好，报告委员会，我们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那么本周是一三一次会。那么首先我们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完第九届第四会及教育局文化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此前中华民国106年12月11日上午9:04至下午1:18，12月13日上午9:02至12:03，地点立法院区间的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天辉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聂德福委员等21人，列席人员12月11日教育部部长潘忠率同有关人员，文化部部长郑丽君率同有关人员，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宇率同有关人员，12月13日，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宇率同有关人员，主席陈召集员学生，12月11日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二、邀请教育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列席，就如何面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制定后的应用政策进行专题报告，便备咨询；另邀请司法院法务部就上述相关主管业务派员列席备询。本日议程由委员陈天辉等15人提出咨询，进行教育部部长潘文忠、文化部部长盛一军、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宇及相关人员及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江永昌提出书面咨询，决定一、报告及宣导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四、国立故宫博物院、科技部及文化部相关预算提案截止时间为106年12月18日下午5时止。12月13日讨论事项：一、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单位预算案；二、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本日议程有委员张廖安坚等11人提出质询，进行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陈正以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陈天辉及高露一用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宣导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四、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单位预算案及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相关提案，请于12月18日下午5时前提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异议没有？好，没有，我们就通过。那么报告委员会，我们今天的议程是继续审查3个法律案，那包括第一，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相关修正草案共11案；第二，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委托私人办理条例相关修正草案共5案；第三，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相关修正草案共6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与协商。好，各位委员，我们现在进行先之前保留的，我们最后再谈好不好？那我们还是往前走到第14条啊，第14条。来，14条，我们那个行政院的有版本嘛？哈，那我们先说明一下，好不好？14条，对，说明一下。14条版本。谢谢，谢谢。我们为什么有蓝色？是，在14条的部分，原版14条的部分，主要就是在设校计划应该要载明的事项。那委员的提案的部分是有苏志芬等19人要增列，在原来的机构改为实验学校的时候，他的一些使用D5的条件要增列第。有375人者，
那有增列这个条件。那以上。好，等一下哈，我们先翻到这个，因为大家刚来哦，没关系，来，我们在这个白色这一本哦，白色这一本。新的哦，新的哈，是有整理过哈。十二月十八号，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经过题会讨论版哈，就是最新的106年十二月十八号，就今天哦，我们题有综合版哦，哎，跟委员会报告就是这个部分是十二月十八号的部分有新的，然后今天有提供一份有关于学校数的这个表格，你今天可能会讨论到学校数。对，那刚刚那个部分呢，还在做一个补充哦，就是在苏小慧等三十人有提案哦，就是有改制计划，学校形态的改制计划跟设校计划，如果要提出的话，是可以同时并同提出来缩短它的行政的流程，有这两个修正意见。所以你们都接受吗？是可以，可以接受。好，那我们看一下，来，我来念一下那个题会的讨论版本，大家再想一下看一下哈，来。十四条，好，第十三页吧，第十二页，第三页，十三页啊，第十三页，对对对，十三页，来看一下十三页，来，刚来比较混乱，第十四条哈，是在十二页。啊，你留在十二页。对啊，部长。哎，对哈。为什么有的十二页，有的？哎，怎么会这样？到底哪一本才是正确？桌面上是第十四条十八号，十三呢？我桌面上的第十四条第十三页啊，十八号的版本。十二月十八号，你呢？跟你换一本好不好？哎，我已经换。对，你这个十八，对啊。那为什么你的是在十二页？哎，对哦，你的为什么是这样？来，我们对一下我们委员的版本好不好？第十三页，第十四条在第十三页，大家看一下哈，来。对，最右边这一栏就是经过我们有很多委员的修正动议，然后版本哦，那提出来就是就是新条的第十五条了哈，就是改我们修正后的第十五条，学校法人申请设立或改制私立实验教育学校，逗点哦，或其他非营利之私法人申请设立私立实验教育学校，应由各该法人之代表于学年度开始六个月前拟具设校或改制计划，向各该主管机关提出，逗点哈，经实验教育审议会审议通过后，逗点由该主管机关许可其设立或改制，句点。再过来下一项哈，就是前项设校或改制计划，逗点应载明下列事项冒号：一、学校名称；二、设校或改制之时程；三、预定设校规划或改制前学校状况；四、学校位置、面积及相关资料；五、规划中或现有组织编制及班级师生人数；六、法人登记证书；七、法人资产状况及经会计师签证之财务报表；八、前三年学校经费概算及筹措方式；九、法人之代表人拟聘或现任之校长、教师及其他人员之相关资料或同意受聘意愿书。好，然后增列哈，第一项设立或改制计划，得由申请人并同第七条实验教育计划向各该主管机关提出，经实验教育审议会并同审议通过后，由各该主管机关许可。好，好，这已经都融进来了哈，把那个修正动议的那个也加在最后做一款哈。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来，那个国教署有没有补充意见？是在并同审议的部分我们接受，那在苏之芬的十九人所提的这个第五跟人数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并同院版第二十二条一起审议。好，好，对，二十二条有哈。好，那大家是不是就照我们题会讨论版本就通过好不好？有没有意见？这没有了，好，这都一再讨论了哈，一再讨论。好，我们第修正后的第十五条哈，我刚才已经宣读过了，我们就照这个106年十二月十八号题会讨论的版本，我们就照通过哈。好，修正通过。好，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
页哈，第十五页第十五条改成第十六条哈。我们看一下最右边，也是十二月十八号的题会版本。我们除了改成十五条改成第十六条之外，那么有做一些文字的修正哈。我来念一下哈，就是学校法人申请设立或改制私立实验教育学校或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申请设立私立实验教育学校者，其校地、校舍及教学设备应符合足够进行实验教育之基本教学及行政需求，不受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其分校分部设立、变更、停办办法及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分校分部专科部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不设立变更停办办法之限制。私立专科以上实验教育学校设校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前向校地及校舍申请人应减负所有权人同意该校于实验教育实施期间内得以合法使用并经依法公证之证明文件。各该主管机关为鼓励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之实施，得将公有之都市计划学校用地或闲置之校地、校舍依相关法律提供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使用或租用。实验教育学校租用土地之租期，依其实验教育、依其实验计划期程，不适用私立学校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应至少承租三十年之规定。好，这个是有院版哈，张亮万、兼苏巧慧、蔡培慧等。来，你有修正。来，那个吴思雅委员，我想跟署长确认一下哈，第一项 OK， 第二项 OK， 第三项哈，我提请大家建议哈，第三项就是第十五页的最后段哈，各该主管机关为鼓励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之实施，得将公有之都市计划学校用地或闲置之校地什么什么校地校舍依什么东西。供人家使用，对不对？我现在确认一下，因为我必须提到跟后面我提的，就是我们稍晚会审议的这个公办民营的部分，我们跟这些民间的伙伴讨论很多，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公有都市计划学校用地或闲置师校地校舍前面要加一个条件，也就是得将非征收已取得且经评估无设校需求之公有都市计划学校用地，就是非征收已取得且经评估无设校需求之公有都市计划学校用地，因为这是配套一致的，所以你这边应当其实是要加进来的。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就是的确有一些都市计划已经取得用地的，如果已经没有设校需求闲置的，那我们是鼓励可以释出。但是苏巧慧等三审有提出哦，希望能够不受都市计划法文小、文中、文高用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这个部分呢，会涉及到营建署。那我们想要听听看营建署的意见。如果说营建署这边觉得也合适，我们建议把它增列。好，那我们内政部有没有代表？内政部有没有代表？营建署有没有代表？其实这个就我们已经沟通很多次了。署长，照理讲，你们内部会议也已经有会诊营建署的意见了吧？我还是觉得营建署意见参考一下，但是营建署基本上要鼓励实验教育的是教育部啊。洪信一记证有到了吗？洪信一记证呢？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没有邀请营建署吗？有，应当是要吧。我必须这样想，报告主席啊，营建署就是那种最在法规里头最硬邦邦的，他当然希望符合他营建法规最严谨的那个需求。可是今天我们在审议实验教育，希望能够有弹性松绑在空间释放的主管机关是教育部。我不希望每次审议到这个条文的时候，又说啊，营建署的意见，那我可以，我那个记证是不在，他如果代表他拿起麦克风，他也会说爱难同意。
这已经沟通这么久了，来，我觉得部里要有主张跟建议。署长回应一下。是，在这个条文大概有四个要件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要件，它是不是征收来的？因为你如果没有依照征收的目的去使用，它就会有原价买回的问题。所以我们设定的第一个要件就是非征收。第二个，也不希望说地方政府再花大笔的金钱去取得这个土地，所以我们的要件是说你已经取得的，对。但是如果非征收已取得，还有一种情况，它有可能是新开发的都市计划区，像比方说类似竹北啦，或者是台中的太平啦，哈，这里从化的，它可能还有社校的需求，那这样的土地其实也不适合释出啦，所以我们就说还是要地方主管机关评估它没有社校需求的，像那个也许无期啦，早期的都市计划区，这是三个要件，非征收已取得，然后评估没有社要需求，这三个。再来就是巧慧这边呢，他是希望说，你如果符合这些要件，你就不要去限他一定要文小文中或是文高，还要去变更都市计划，你就会多花那个变更的时程啦。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他是文高，但是我要做文小，其实也不妨碍嘛。所以带这四个要件，我们是建议，如果不为难的话，可以整理。我请问一下，那个苏小慧委员的那个版本里面，你说不是属于文中小，那是属于什么样的分区使用？类似，现在就是有一些土地，它会可能是文高用地嘛，我如果要做文小的话，我就要变更都市计划，那如果说我们不受这个限制，我文高就可以，所以基本上那分区使用还是属于学校用地嘛，只是因为那个学校类别，好，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这个本我觉得是可以增列了。我觉得增列了，只是说我说的那三个条件，对不对？非征收已取得且经评估无社效需求的这个啊，你要加入巧慧的这个什么文小文中，那文字怎么处理呢？你现在建议一下。好，建议一下好不好？来，我觉得这个可以加入来。好，那个同仁就把那个文字先打出来看一下。第三项哈，来第三项。应该加租用后面再加一项嘛，对不对？应该第三项开头。征收顿号已取得。得将非征收顿号已取得且评估社交需求。对，我的部分是到这里啊，看那个巧慧部分，署长要怎么加？那巧慧那一串比较长。对啊，那一串是比较长。公有土地。其实现在这个版本是也可以包含到我刚刚那个意思吗？对，其实我的那个没有包括吗？没有办法，要写出来，还是必须、那个使用或租用那里就变成逗点，依相关法律使用或租用那里变成逗点。哦，再加在后面就对了。不受都市计划法文小、文中、文高用地之公共设施保留地及。承租，可是承租三十年不是在最后一项已经有了吗？对，那个就不要再写了，就不受都市计划法文小或文中文高用地之公共设施保留地之限制。文小顿号文中顿号文高用地。对，顿号，对。文小文中文高。或文高吧，应该是或。顿号文高用地之。之限制，还是后面那一串都要写啊？什么三十年那个来署长？其实原意应该是跟现在提出的这个文字是接近的啦。那我本来是认为因为实务经验来看的话，如果现在这一段是可以把这个后面我原来比较长的这一段的精神是涵盖在里面的话，那或者是这个地方政府实务上面本来文小文高这些就都可以运用的话，我是不坚持我这个文字一定要这样，因为、就是、对，包在我那三项里面的条件是不是 including 巧慧这一种？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当然简洁一点的文字是可以。没有，是没办法，是不是次长说没有办法，所以还要再加写，要名列比较好。要名列就是。但教育部的态度的话，也是认为原来的是支持的，这样的话。就文高也可以设文小实验。那当然就是请法务把这个文字精炼上去的话，能够有这个意涵在里面，当然是最好的，让我们的程序可以快一点。对，那个署长，你本来是想说把三十年的放在这一项，我是建议这样子，然后第四项再放三十年的那个租期。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文字，我们再请同仁再打一下好了，来，有比较精简的文字。好，你们先精简，我们等一下回来好不好？好，来。
有时间很多吗？我们还有两个法案。我那个我跟委员会沟通一下哈，就现在人也都到这边了哈。因为今天哈，我想就我们中午休息就吃便当哈，啊比较快，然后三点结束了，就说尽量在三点，原则上三点我们把这个审完。没有吃完便当继续审了、欸，休息半个小时了。今天打算审到什么地方吗？大概审完吗？不可能吗？因为我建议一下主席，因为我们今天学校形态完了，还有公办民营跟非学嘛。对对。那我们礼拜三整天都有嘛？对。我是觉得今天如果学校形态把它审完，学校形态审完就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公办民营很多东西是 copy， 好，好不 好？今天把学校形态审完，好，所以不管时间就希望学校形态好，给、okay, 审完，好，快完了，对啊，其实快完了，就只有几条有争议啊，对的，对，没有前面保留的那个要花一点时间，保留的那个大概也讨论过了。哎，五九十二十四大概也讨论过、那个主席啊、哎，中午还是要休息一下了，一个小时好不好？中午还是休息，不要是直接审了啊，欲速不达了。不会，不是的，我们是说比较有效率，把它哎呀，哎，我们提早那个了，哎。今天审到，这是我学校停赛走完。我知道，可是中午还是要休息，不能不休息。对对 对, 对、啊。就吃便当嘛，对对，休息吃个便当。我们年纪大的人，我们一定要休息。我们早起的人，五点钟就起床的人，中午一定要休息。我们也很早就起来了，否则的话，从中南部上来，那到了时候再列入协商。那一个小时，列入协商，你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慢慢拖也可以啊。来，没关系的哈、哦。来，我们等一下再来决定哈。好，大家想一下哈、哦。好，来，这个文字精简好了没？好。刚才那句话就修正为：且不受该土地原使用之学校类别限制。哦，这样子。这样子会清楚吗？好啊，好，好，来，我再来把修正的这一项我再念一遍，第三项我再念一遍哦。各该主管机关为鼓励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之实施，得将非征收顿号已取得且经评估无设校需求顿号公有之都市计划学校用地或闲置之学校，之校地校舍逗点，依相关法令提供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使用或租用逗点，且不受该土地原使用之学校类别限制据点。哦，这个主要就是说，他不管是文高、文中、文小，他只要设实验学校都可以。哦，可以互相。哦，好。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哈。好，来那个，来等一下，前面那个第二行哈，无设校需求，后面应该不是顿号吧？应该是之公有之、哦、公有无设校需求之公有都是那个后第二个字拿掉对。好，那个第三项的第二行哦，我再念一遍哦，无设校。需求顿号改成之啊，公有之都市计划学校用地或闲置之校地校舍，好，这句哈做一个修正。好，有没有其他啊？来，那个乃公，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很大的意见啊，不过我觉得我们教委会今天这样子的决议，很让我意外，就是很果断的啊，好，那我们很果断的。因为涉及到其他事业主管机关的业务，啊，这个我们就直接就决定，在过去来讲，我们碰到很多的案子，像譬如社教单位，我们要他留一些部分不要缴库给社教单位自行使用，我们委员会都通过了，行政院主计单位不同意，就把这个案子整个压到二三读不过，啊，过不了。还有其他的，像我们写的主决议，我们写的临题，都要单位行政单位去有没有意见，要不要修正，然后我们再通过。今天要这样子通过，我没有意见啊，只是到时候别的有意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行政单位要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到了时候立法院又会怎么处理？到了时候要不要摆在那个二读会不进行？梁讲的话有道理，然后去协商。我们因为这个涉及到最后。如果行政院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要复议的时候，那就是事情大条了。对啊，到时候院长就下台了。我没有意见啊，我只是提醒一下。我想来跟我讲的有道理啦，我们其他的出席代表该找不到。哎，且已取得评估的学校，你要把它直接用的话，一个是涉及到内政部的，
营建所的都市计划主管单位，第二个涉及到土地的土地从化的土地法的相关规定，因为土地从化它取得的是底费地，那底费地你不做这个学校用途，你做其他用途也会影响到他们整个土地从化的计算方式。等一下我问一下，所以这个部分都涉及到很多好，没有意见。好，蒋委员讲的有道理，但我比较奇怪的是内政部的那个代表纪政，他有没有签到？那个签到处他有没有签到？内政部那个代表要来，还没签到。不行，要。那这个过去委员会怎么处置啊？叫他先。不要，这建立惯例啊！你要来就要来，怎么可以不来？啊，你没请假，卡住委。为了他卡住委啊。请他立刻联络吧。怎么处置我们干事长？不，这个算太离谱了哦。从来没有在审法案的时候该来而没来，今天就在联系了。好，他不来我就请部长来，你就联络请部长来好不好？好好好不好？英明或者市长正式来，部长部长好啊，部长专门叫我。好，来，我们先保留这句，我们先修正的部分我们先保留，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内政部提供相关意见。来，我们接下来第17条，我们看第十七页，第十七页，16页吧，十六页吗？你的16页吧。主席，我想确认跟建议一下、那个哦、对，第16页来，因为现在进入是第四章，都在讲这个评鉴嘛。对，评鉴监督。那我们之前前面保留的那几条可能会比较是跟这个前面保留的，要不要先处理？好，我们不会吧，因为我们20几条也都很那个。前面其实也可以讨论的，前面我大概21条，七八十九二十，好，21、22，其实21、23吧，是不是？好，没关系的，不然我们就继续了。好，来第四章，评鉴、监督及奖励啊，这个张敏没有意见了哈，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哈。好，那看我们这个综合版的第16页啊，第16页的旧版的行政院院版是第16条，那我们今天提会讨论的版本是第17条。来，我来念一下，大家想一下有没有这个好像修正不大哈。来，我念一下哈。来，第17条，各该主管机关应于实验教育计划期间，邀集实验教育审议会委员组成评鉴小组办理评鉴（冒号哈）。不是，这个是什么分号哈？其评鉴结果并同实验计划成果报告书作为申请续办实验教育计划之参考。前项评鉴之实施其程、内容、程序、评鉴小组之组成、成员之资格及评鉴结果之处理等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啊，有院版跟张亮万监版，这个应该比较单纯吧，就修了一个邀集实验，好，那个部长因为要参加一个那个重要的一个会议，那他等一下要回来，好，那请市长就等。好，我们我们行政院院版的第16条，看第16页，也是我们提会讨论版修正为第17条，那这主要是在讲他那个审议那个实验教育期间我们。这个评鉴就是评鉴的这个规范了，我们看一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来，国教署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是这个部分委员并没有特别的提案，只有张廖万先等18人有提出修正标点符号的提案，就是邀集那个实验教育那个嘛。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照提会版本刚才念过的修正通过，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第17页哦，就是我们行政院院版增列第17条，18条，增列第18条哈。来，18条经过我们这样讨论结果哈，来我来念一遍啊。第18条，私立专科以上实验教育学校应建立教学品质保证机制，得定期接受国内或国外专业评鉴机构之评鉴或认可，前项教学品质保证机制及获得专业评鉴机构评鉴或认可之情形，应一并载明于招生简章哦。这个是我那时候提的哦。来，那署长要不要来？你的会，你们接受吗？来，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这是专科以上的，那时候配合往上延伸的一个评鉴机制了。来，我可以询问一下，我基本上方向也支持哈，只是想要更具体了解一下，你这里的教学品质保证机制是定在哪里，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呢，定期接受国内或国外专业评鉴机构，这些的认列又是哪些？是适用于现在高教就在使用的那些学校的原本的机构吗？好，两件事情。我同样问一下。好，来。因为这个部分私立专科以上实验学校是这次才放进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也是同样的一个疑问啊，特别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评，就是所谓的你的评鉴是符合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大学都是属于自评的一个阶段嘛，对不对？那自评是因为我们过去有一套的一个机制，大家都已经过去经过十几年来以后，我们大学的自评有个机制，可这个学校基本上面是全新的，所以它的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师资跟我们现有的学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你不能，你照现在目前的规划应该不是采用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那一个部分嘛？那你现在是采用哪样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部分里面完全是创新的，所以它那个标准的配额来说，应该是由外部的评鉴，还是你现在还是符合现在大学里面用内部的评鉴？我觉得外部评鉴跟内部评鉴很关键呢，因为你如果说内部评鉴的话，它完全无法可循呢，完全整个的项目完全是跟过去所没有的。然后呢，你到底这个东西参考什么样的地方？如果说没有其他额外地方再提及的话，这个评鉴里面很，我现在很难看得出来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因为它是很新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司长也顺便一带来说一下？好，就是我知道这个条文里面写说应该要这样有这个机制哦，那你怎么做的问题？来，我们那个南工先再发言一下。我也是针对这个部分哈，这个德跟英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英啊，这个国内外评鉴机构评鉴，或者是德，到底为什么要用德不用英？那因为实验教育就像刚刚我们其他委员讲的，是第一次，甚至还没有开始实施。啊，第二个来讲，他排除了大学法，排除了技职教育法，排除了师培法，排除了什么法什么法，通通都排除掉以后，你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评鉴的话，尤其在刚开始的话，那光靠他内部的评鉴会做出怎么样的评鉴，我们不知道，所以请说明一下，谢谢。对，所以他要订立一个另外一个评鉴的机制嘛。来，我们请那个司长说明一下。十八条的第一项确实他应该是说他优先要建立一个教学品质的确保机制，那这个教学品质的确保机制是比较有弹性的，比如说他可以接受一些国内外专业评鉴，然后自办评鉴，然后由这专业评鉴来帮他认可，或是直接委托他们来评鉴。当然回过头我们要去跟这些专业评鉴讲，你对于实验教育的评鉴不能跟现在的一模一样，一定要有另外一套方式。嗯，好。找外国，我还是听不懂。国内外都可以。国内外的评鉴机构都可以了。外部评鉴。他自评啦。自评的话是请那个我们那个高评中心或者是台评会帮他认可，他办自评，然后请他认可说他这个自评的方式，他聘请委员还有他实施的方式 O 不 OK， 他认可的是这个程序，如果 OK 那就是通过了。那自评的项目也有他指定吗？因为你现在去大学里面你自评，你教育部还是会给一个 guideline。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对实验教育他的一个自评，或是他将来认可，或是他要接受专业评鉴机构，那个实验教育他要重新去订定，不是用现有的 model 去做。我了解啊，所以你的东西是定立在哪里？不是在这个法条里面，你完全都没有，你就告诉那些这些未来要创立的这些专科学校，他们你告诉他这个时间要比如说五月是我们评鉴的大忌，你就说五月我们要评鉴，那请你要条列出你评鉴的一个项目，然后送给教育部，还是他们就自己条列几项？像我们现在都是五大项嘛，五个面向，那你像由他们自己来条列吗？不是。
你们会有一个办法吗？你们有办法？我们可能要啊，不然我们再加一个另。你们要有吗？对啊，我的意思在这里啊。没错，我就觉得少了一个办法。对，所以你必须要有个办法。应该有两个啦。第一个就是他建立教学品质的机制这件事，或是评鉴的相关规定，要另定办法。好，那你就把它加进来吧。你要另来，我们来修正一下哈。来，前向，对，我也觉得应该有一个办法了。来，那个立法委员，还等一下哈，那个。啊，等一下，我能不能蒋委员讲的德跟英是什么？是这个我们设了之后，这是我们设立办法，他一定要接受评鉴。对，英啊，前面就是重点是他一定要有教学评保的机制。那教学，因为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大学他如果不办评鉴，他自办评鉴也不要，他也不用，系所都不用办，那他还是要讲出他的教学评保的机制是什么，而且最后我们会纳到校务评鉴再去看，目前的现况是这样，那我们也希望实验教育也给他这样的空间，你去讲出来，我都不做任何评鉴，那我品质确保的机制是什么，一定要名列出来，或者是我就委托专业机构，或是那个自评之后请人家来认可，大概三种模式。因为像现在的大学专科学校，它都受到相关的法令，所以虽然它有些部分它没有评，可是还是受到法令的限制嘛。那现在实验教育是完全不受法令的限制嘛，那在这个情况下是无边无际的宽广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不自评，然后又不受到外部评鉴的话，它光说它 OK， 用什么的机制来讲，这个一开始有没有这种需要，不需要开放到这么样的大？跟委员说明是十八条第一项，他一定要建立教学评保机制，也就是现在我们系所都不评的话，很多学校他连自办他都不办，我们也要求他要所谓的教学评保的机制。因为刚刚柯委员讲过，我们这评鉴已经办了十几年了嘛，所以已经大家已经有一个有寻可利了嘛，有利可寻了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在一个认知同样的认知的情况下，他今天这样子做嘛。那今天实验学校来讲的话，是根本就没有框没有架的东西，怎么做？刚刚有建议说要有制定一个办法，所以他那个办法是他自己定的嘛。应该是教育部会邀集这些实验团体的学校哦，一起来定了，好不好？因为我想请问的是，那个国内国外的那个专业评鉴机构，你们现在已经有名单了吗？就是过去，对啊，因为我就对，因为你刚讲那些 IET， 对对，就是说国内还有国外哪些专业评鉴机构，这些是不是应该你们要评鉴过的才可以，还是学校自己找？应该是这样子，那些国外的专业的评鉴机构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认证过啦？就像我们现在在其他各部会的一些这个认证的系统里面，也必须要被认证，被发这个许可才可以去认证。啊，国内也一样啊，国内他们平常没有评过。哎，大家脑力激荡一下，好来，来苏小慧委员，跟等一下李立文，确认不能够说他有评鉴一般的学校，他就可以去评鉴实验了。我觉得这一条可能要想一下。我这次的发言比较像是一个我对教育部和这个条文的理解，然后想要再确认哈。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实验教育，我们现在在讨论实验教育本身就是要打破框架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虽然需要它有一个教学品质的被保证，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用一个一致的制式的框架再来评鉴这个无框架的东西，这不是很矛盾吗？用一个有框架的东西来评价无框架的东西，这很奇怪。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理解是，教育部现在是要求这些机构，实验教育机构，它是能够提出一个框架，提出一套机制来保证他自己的品质，但是那套机制是什么？现在我们没有把它说死。对。然后呢，这套机制
也不能他说了算嘛，所以我们找外面的，不管是国内或国外有公信力的单位，专业来认可他那个评鉴制度、保证制度，是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但是至于评鉴的标准，既不能跟大专院校的大学法的这个是一样的，也不能够是现在由中央就把这个评鉴的项目就把它定死了，因为这样就对了。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写办法的原因呢？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同意，我们都同意要另定办法，因为在这个条文里面没有办法。可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定的那个办法不应该是框架的东西，中央就把要评哪一些项目啊等等这些把它写清楚，而是应该要以你现在有的这个条文的状况，就是让实验学校提出一个品质保证的机制，而有信用的单位来确认那个机制即可。对，就是程序而已。对对对，不然的话会很奇怪。这样子好了哈。不行，不是这样，来，不是。文字不能写，这样太明确了。太，其教学品质保证机制，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其应该其实那个办法比较像是一个程序啦。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其教学品质保证机制及相关规定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对啊，及相关规定了哈，及相关规定。对啦，就告诉他说你是办法，把关的品质保证。对了，但是又不宜做太细节的规范啦，这样你就把。前面是不是已经？因为你的其教学品质保证机制这个东西就。18可以不用吗？哎，第十七。没有，18条是根据18条。我跟你说，你大学。对啊，第17条其实后面，它其实有一个也有那个法源的呢。前项评鉴之实施期程，我们看一下前17条通过那个已经有办法了。它有包括专科以上吗？17条。有。OK 啊，你17条。哎，其实不要。对啊。对，其实不用了啦。哎，其实如果这样17条不用。如果都有的话，那你就。你是不是在17条就可以？这是评保机制嘛，哈，啊，那个评鉴，这是评鉴，不一样，哈。刚刚评鉴到你们去。这是不太一样的哦，哈。这刚才苏委员其实讲的很清楚哦，就是这是教学评保。等一下，我先确定一下。这个专科以上的这个实验学校啊，他有接受教育部的补助吗？会不会现在才要开放？那个没有，我说你会不会接受教育补助嘛？你如果接受教育补助的话，就一定要你接受教育补助，你不是不是补助的。我跟委员解释，对啊，有没有？现在就是说，我们到了大学阶段的实验教育的学生哈，他取得的学位，他将来如果要到国外就学的话，他要获得认证，那获得人家才认的学历，就要评保机制，一定要啊。所以那个机制，如果说我们透过一些我们，因为他即使自办评鉴，也要有一个单位帮他认可，那这样认可了之后，他将来就可以出具证明，这是 OK 的。我们当初只是想到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看。要不要在专科以上的学校确立一个评保机制？但是它是另外一套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保跟那个评鉴，进一步了哦，就用它教学评鉴。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办法，只是你的办法是比较是程序性，而不是一个内容框架上的限制。所以你还是在条文里面，你还是得要有一个，也还是要制定一个。对你的评保机制，你还是要制定办法来把这些东西把它程序上把它写清楚，这还是有其必要性。对了，这个办法应该是属于比较程序性，你要有这个程序，要走过这个程序了。哎，好，那我们还是同意。来，等一下那个司药委员，哎，我同意要有一个办法，那种框架式的办法而已哈。但是其实刚刚巧慧提醒的那个部分，比较会发生，我觉得是我比较担心是在评鉴的那个状况。17条，因为17条是你派的这些委员，然后依据这些计划去审定他未来可不可以再作为实验教育的依据。是，其实比较可能发生那种过当的体制内的传统思维放到实验教育，反而是在评鉴的那个状况。那第18条是在处理的，其实。其实是各校他自己有一点自评的那种，然后他要去彰显他不一样的办学特色，好，所以
是要有一个办法，但是你们要切记它不是实质的。对，但是刚刚乔慧文提醒的那个是在你的评鉴的那个小组跟你评鉴的指标的定的时候是要特别去注意的，不要让传统思维绑架了实验教育，是在十七条的那个。对，那审议会有纳入那个实验团体的代表吗？好，自评有教育部的框架，大学自评框架到底要自评有那我们就提醒他不要。来，大家第十八条还是有啊。那我重念一次好不好？第十八条增订的就是那个主席，我可不可以再建议一下哦？就说那个办法要定，除了评保机制，还有就是刚刚评鉴跟认可相关事项及评鉴。那个机制后面顿号。顿号。机制后面顿号，然后。评鉴，评鉴及认可，及认可，顿号，顿号，及教学品质保证机制，顿号，评鉴，顿号，认可，及相关事项。好，评保的话，你到时候他又说到他那些补助，你到时候真的会变麻烦，就是导致你不会骗，不是黑店，就这样子而已。啊，你说做广告账，那些是 FFO 啊，那个自己制定的。好。这样的修正，这样的修正来说，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是把第十七条，你是把它延伸到第十八条吗？就是乱讲的，有啊，还是要一点管制的手段。就叫评保，所以你有评，是老师每次评保是 OK 啊，评保就好了，内容就不用再那个。真的，真的没有。那要修正，那要实验教育。好，好，好，那修正成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你这十七条那个不是就已经有了吗？为什么要再把这个评鉴认可把它放进去？不是在第十七条就有吗？十七条是说他实验，他就是实验教育的期间嘛，哈，他去看。看他做的好不好，来作为后面他要继续让他办理嘛。嗯，那我们是想要确立的是教学评保的机制，那这个机制他可以制定自己办，或者是他可以委托国内外的专业评鉴机构来评鉴或认可。因为前面是得。嗯，好，我了解。他讲的是十八条的评鉴呐，就前面那一句得定及接受国内或国外专业评鉴机构之评鉴或认可了，所以你才把评鉴跟认可把它放进去。好，这样懂意思吧？好，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再念一遍，我们就照我们修正通过，好不好？来，第十八条，私立专科以上实验教育学校应建立教学品质保证机制，得定期接受国内或国外专业评鉴机构之评鉴或认可。其教学品质保证机制评鉴认可及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前项教学品质保证机制及获得专业评鉴机构评鉴或认可之办法情形，应一并载明。就没有办法了。好，我再念最后一项，我再念一次。前项教学品质保证机制及获得专业评鉴机构评鉴或认可之情形，一并载明于招生简章。好，好，我们第十八条增列的做文字的修正，那我们就通过好不好？就 照这个修正通过。好，我们洪基正来了是吧？洪基正到了吗？好，你要不要先了解一下状况哈？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了。那个要提案的赶快联署啊！要提案的赶快联署。休息五分钟了，就这样联署。那个，你们的招委到底是打算怎么？那个。就请那个沟通一下哈，刚才修正有相关内政部的部分。我跟你讲，我嘛是无啥啥嘞。可以先去洗手一下。谢谢。要下礼拜全部排预算审查，审得完吗？啊，审不完就交协商啊。就是二读啊，要近乎二读。第二，协商就给你不干呢，搞协商了。我告诉你，反正我们要混三十天在这个地方了，嗨。稍微辛苦，我也是开会的，那我了解，所以我今天没关系，我了解。
点三，我们三点再就把它再把它收起来。我看起来是还有争议的，一无是有。对对对，那个有互换的，有互换的，有互换。其他的就也讨论过了。好，没问题。就原则上刚三点。今天学校完就好。好不好？学校要什么？中午就完。就完了，就结束了。不然我就省到，哎，那、啊、你几点要过去？十二点半，还十二点？十二点，那就十二点。好了，主席，我们今天学校完就好了，马上结束。搞不好早上你们干部开会而已吧？干部 OK 好，不关我的事。干部就是委员长的招委，我不要。你下次当委员，慢慢讨论。礼拜三还有或者招委吧，反正就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对，你们年纪轻的大学不来了，好吧？之前有那个大学跟科鲁 ，OK。想过了吗？明天是第二。呀。还是我们中午去看。大家开始猛签这个是不是啊？觉得快疯了。大家赶快吧，赶快吧。哎，我们的学生我还少一个人。礼拜三还一天。我们的学生到哪里去？哦，那个。还有第十六条、第十七条，都讨论过了。全部是冲，可以，我很乐意。都是三的哦。我都是三的、哦。全部都三哦。我怕你到时候你的发言人角色全部都把它拿出来，这个发言人赞同。承认而已嘛。就是嘛，就是嘛，就是嘛。我是 OK 的，没关系，这是政党心意的。我就是看到奶公都签了、啊。看到不看见的，我只是跟他讲，没有没有。针对什么处长的事？对对对对对对对，主要不是什么整形这个我不签，好不好？整形这个不要签，还有没有？陈委员啊，陈先生啊，只要不是两国论，只要不是两国论，哎，朱院长也 OK。只要不是两国论，或是挡起来，我们都签，好吧？就这两个原则。你不要选举，是吗？我觉得陈廷威是最猛的人。不敢、啊，开玩笑，他现在跟我们蓝营多好，我们少康简直是都很爱他的，这选票多很多，黄伟哲造成威胁。哎呀，真的是。有什么？少康。少康，我们说陈廷飞现在常唱少康，我说对蓝营的选票多少，关键3%就在那里，你知道？黄伟哲就很大威胁。去好几年，可能抵得过他。好、啊，去几个月也是。哦，我跟你说，那关键3%就有差了。所以没看赵天廷常常上深红龙吗？我跟你说，那是关键3%哦。去了，一直上。去啊，都不去啊！你这不行，我告诉你，因为我自己不熟，我说我一不讲，那是3%就在这里。我不想去，我不想去胡说八道。3%，3%。那个建筑的那一条。第五，对第五那一条，因为建议要回到非选去讨论，就是因为他的主题是杨玉芝为了要符合，我了解，就这个，对对对，所以要先回非。我有，我真的有看到，没有哎，有限制，别乱吃，有限制啊，对啊，最多五十万，三个房子，杨玉建筑，北三雄对的，因为建筑房子，就等他等下一定要过来啊。然后我们提的就是说应该也不要去硬套。你请主任。其他那个其他东西你要拿去，谢谢奶公帮我们签完。其他部分你要请那个学生去。他过来你就冲到桃园去给他签了，那怎么办？我们真的是五点。他人在哪儿啊？不知道，现在还在路上吧。那我刚刚一看着帮廷飞签，我一看他写的案子比我还要多，我在习惯。对呀、啊，他现在是怎样？发生什么事？不是有限制，就讲好了，就后来都是三个亿而已，主角亿而已，主角亿。就二十二十十亿啊。三个单位啊，对，三个单位。你的我都签。我的签，今天是三个单位，每个委员二十二。其实我这东西，你那个赶快去。奶公跟你报告，上次你那个委员会组成了，说不要有万年委员那个，我们文字有修了，你再看看。你确定吗？第几条？哎，就是前面去吧，你们要想到，如果他不来，你们要到做到哪里去啊？做技能之后怎么去搞定啊？不要到时候，对啊，那个你们搞到现在的时候，就要承受这个部分啊。他们要我们先注意。哇，这谁啊？先存。你们不到五十。哎，你们不是说只能签新存？你们不是规定只能有20案而已吗？对啊，要从那个三个部分加起来，三个部分加起来。
我们是规定一个部会要五十到八十，好吧？不要害死这议事人员，好不好？才到其中那边站。哎，我们可不可以用盖章的？来，不要给他签了，让他不要顾客。觉得他们真的要花时间，对啊，还要花时间帮你们检验，是评估报告，数据没有，也没花钱，可以做至少，真的，然后，所以我都会帮你去问，如果有检验，还是会有错失的，还是会有稍微维修不好的地方。哦，说好算，哎，我真的觉得你陈廷飞已经超标了。哎，你们这二十按，你们怎么填那么多，对不对？不用填那么多了。这个里面是咋算？党团助理要去统计一下。那个陈廷飞的提案，我可以帮他签，我当那个，好吧？多签一个，多签一个罚一千呢、啊。对，多签一个罚一千，我同意。谢谢啦。党纪处理。十五分钟的题目我还签不完，签你吧。哎，多题的党纪处理。啊，那咱有钱的小范围啦。我严重发现陈廷飞超标了。我反正我四个字，我签四个字，你看不懂。我就忘红包，对的。这个是英雄，这里是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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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对，心存好。来，谁的？我还没有签。还有需要要签的吗？好，我们继续开会哈。那个，我们回到刚早上第十几条，是修正后的第十六条。来，第十五页哈，第十五页那个就是修正后的第十六条。请问再给我点时间，因为好，给你。不是到第好八，好，你再讨论一下，好。你再讨论一下哈，好。我们刚才是有讨论过了，原则上应该要同意才对了。啊，但是就涉及到你们部分有没有跟法规有抵触的部分呢？因为这是要松绑那个实验教育对设校的空间。他应该回去讨论吧。他应该会说要带回去考虑，他敢这样就说 OK 吗？放松，会不会有抵触的问题？好，好，我们那个再给内政部哈那个代表一个时间来沟通，我们保留，我们等一下回去一起处理好不好？哈，跟我们上次保留一起处理啊。来，我们翻到第十七已经过了，好，第十七页的第十八条我们就通过了嘛，哈，通过了哈。好，修正通过来，刚才已经念过了吧？还在念过了，念过了啦，念过了。啊？第二项有啊，我念过一遍了，都念过了，都念过了啦，我念过了，来把它拍照起来哈。好，第十七页的综合版的第十九条哦，就是院版的第十七条，我来念一下哈。第十九条就条次改了哦，其他的应该都没有改了吧？好，来我再念一遍好了，来，私立实验教育学校违反本条例或实验教育计划，经实验教育评鉴结果办理不善或有影响学生权益之情形。知情事实，各该主管机关应采取下列全部或部分措施：一、辅导；二、纠正；三、限期整顿改善；四、停止招生或减少招生人数；五、停办实验教育计划。各该主管机关对私立实验教育学校采取前项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措施前，应先提请实验教育审议会审议，并对就读学生采取必要之补救措施。实验教育计划经停办或不续办之私立实验教育学校，其为学校法人所设私立学校改制者，废止其改制许可，恢复原有办学形态；其为学校法人或其他非营利之私法人设立者，废止其设立许可。好，
来，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就是违反的处理方式了哈，违反相关办法处理。来，署长有没有说明？来，这个院版都是要说明这个部分，委员版本跟院版是一致的。好，就是废止的程序了哦，或者处理的程序哈、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应该要更周全的？或者来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他如果要停办不续办呢、啊，要多久提出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你说意思说处理的程序了哈，对 对，就是说他被检举或者在处理，这应该没有很特别的规定。对，因为他说他经停，怎么退场的问题吗？不就时间有要写吗？还是没有？就是实务上你们会是怎么做的？我们没有规定的那么死了哈，说什么应该截止三个月内、六个月内什么办，应该是没有了。还是肥皂行政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不要把它定得太死了，好不好？好。好，我们第修正后的第十九条，就照主席刚才所念的，我们就修正通过了。好，我们看到第十八页，第十八页原院版的第十八条，那我们经过综合整理过的第二十条，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争议，我来念一遍，大家看一下。第二十条，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之实验教育计划经停办或不续办时，应依学生意愿留校或辅导转学，必要时得由各该主管机关分发学生至其他学校，学校法人或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依法解散时，各该主管机关应废止其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之许可。这个也是退场的一个程序的，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来，各位委员，大家念了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好，我们二十条修正后的第二十条，就照主席刚才宣读的通过，照行政院版跟张廖委员版的这个通过。好，我们看第十八页的最下面，就是经重整相关内容各委员的版本之后，我们第二十一条我来念一遍，应该是处理的方法。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之实验教育计划经停办或不续办时，学校法人或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对于为办理实验教育禁用之编制外职员及其他适用劳动基准法之人员终止契约者，应依劳动法规定办理。其对于为办理实验教育禁用之编制外教师终止契约者，应依劳动法规定计算标准数额给予补偿。来，这是院版跟我的版委员张廖万坚的版本哦。那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是退场的相关的处理的哦，对于那个相关员工的权益了哦。来，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第二十一条就照主席宣啊，照行政院跟张廖万坚委员版本通过哈。好，来第十九页，我们看一下啊，重整版之后的第二十二条，我来念一遍哦。私立实验教育学校经评鉴成绩优良者，各该主管机关应予奖励；实验成果有推广价值者，各该主管机关应定期举行公开发表会、学术研讨会或教学观摩会，以分享实验经验。那这部分有院版、张廖万坚版、苏巧慧版、蔡培慧版哦，都一样哦。好，来，来说明一下而已啊。那个，我们可以请问一下哈，你那个教育主管机关目前对实验的教育办理的奖励措施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目前还没有的话，你是不是把那个英语奖励改成得？我不知道了，因为你现在目前没有，你那个英好像蛮强，你这个字句上好像蛮强硬性的。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要不要改成得与奖励会比较不会给你们压力那么大？我只是稍微提出来。有一些奖励措施吗？来，说署长说明。怎么奖励？我听听看。来，所以你们 OK 吗？我们可以了解怎么奖励吗？对，还不知道。对，实质奖励是什么？先讲一下奖励，我们才可以感觉是得还是应。谢谢。好，有没有？要不要说明一下来？现行并没有
对于实验教育学校有特别的奖励。那但是我们在院版的第23条就有特别提到了奖助跟补助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对于有一些实质上的经费的协助会在院版23条来做讨论。我会这样子讲，是真的，就是有时候实验的这个他们在过程真的实在是，我例如原住民的这个实验小学，他们所有的校长主任老师寒暑假都没有休息，所以如果没有实质奖励的话，我其实觉得对这些怀着一股热情，那实质上他也非常有绩效的这些学校不公平。所以如果依署长所讲你们23条有的话，那么我就觉得应该是用英吧，好不好？谢谢。好，我们还是英哈，英语奖励比较有一点，希望他们哈能够强化这个奖励制度了，好不好？好，那这一条的话，我们就照院版跟张亮文件委员版通过了哈，这应该是当时我好。翻到第20页，好，第20页，我们看一下啊，已经是第五章了哦。来，我们第五章有负责哈，负责这个就。没有意见嘛？哦，好，我们看到第20页哈，我们重整版哦，今天题会讨论版的第23条，哇，这个里面就比较属于是没有，它是一个调整了。来，我念一下哈，各该主管机关，第23条，各该主管机关为教育创新，得指定所属公立学校或由学校提出申请，以学校为范围，依据特定教育理念，就行政运作、组织形态、设备设施、课程教学、学生入学、学习成就评量、学生事务及辅导等事项，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并准用第5条、第6条、第7条第1项、第2项、第1款至第5款、第7款、第8款、第11款、第13款至第17款、第3项、第8款、第8条、第11条、第1项、第2项、第12条、第14条之。第14条第1项、第1款、第1目、第2目、第2款、第17条、第20条第1项、第21条及前条规定，哦，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其学校总数不得逾主管机关所属同一教育阶段总校数5%，不足一校则以一校采计，但情况特殊，其实验教育计划于学年度开始6个月前逐案报中央主管机关审查核定者，不得逾同一阶段、同一教育阶段总校数15%。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等一下我们讨论哈。应就第1项所定4项拟定实验规范，报学校主管机关核转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于实验规范之范围内，得不适用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专科学校法、大学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学位授予法及其相关法规之规定，该规范并依载明其不适用之相关规定，属前项但书情形者，并实验教育计划报送。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其校长之遴选、聘任程序，由各该主管机关依实际需要另定之。校长办学绩效卓著，其校务发展计划经实验教育审议会通过，并经各该主管机关校长遴选委员会同意者，得不受连任一次之限制。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其校长得以据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第4条、第5条或第6条资格之一者，聘任之。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得依相关法规规定，以契约方式禁用、编制外资教职员。哇，这个好，写得好不友善，读起来不友善，读起来很复杂。好，等一下哈，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这个委员何新纯、委员柯志恩、委员蒋乃馨哦。第21条原第21条的修正动议啊，就是现在我们在讨论的这个部分哦。好，
我们一并讨论哈。来，来，那个柯志恩委员，我想这边最主要的部分还是来自于3/3还是15%这个部分了。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其实都有不同的讨论。那你我们说实在话，目前你对于实验教育的成效、课程、教材，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地县市政府的控管的能力哦，我不知道教育部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评估的一个报告，因为你必须要说服大家，你之前是3/3，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说放宽太多，你现在提出15%，啊3/3就是30到15啊，你的标准在哪里？那你说15跟20的标准，为什么是15不是18不是20？你总要有一个说服大家的一个部分，你不能因为是今天大家认为说你放宽太多哦，那我们就降一半到15。原来是30啦。对啦，就30、33，然后现在突然降到15，你每个就是你在讨论这个数字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个评估报告告诉我们你的依据的点在哪里。而且呢，你所提的双重把关机制哦，你看起来像什么校务会议、审议委员会，看起来很严谨了、哦，但是你也必须跟地方政府做一个配合。那你也知道，现在只要跟地方政府一配合的话，说实在的，你的整个的很多的实务面里面你要去做一个考量，在这边你很难看到吧，否则你就是像说你有一些什么评鉴机制啊、辅导纠正等等，你没有办法落实，这很难讲。就像宜兰这次的人文学校，所以它不是属于学校类型，但是同样的就是同样一个部分，像我们这次的人文就大家就有这些疑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还是来自于两个大点，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配合，第二个就是所谓你3/15，那15我就要问，那为什么不是20？那为什么不是12？这个东西的标准你为什么定这个数字？你的评估的理由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在看的了，好不好？天花板，来那个委员。好，那个柯志恩委员讲完之后呢，21条，我对于这个部分我也有意见。也就是说，在原住民地区，如果是被这个绑死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被排除在外。所以我有一个修正动议，属原住民族实验学校者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好不好？希望在场的委员们能够接受，谢谢。没有问题。好，那个陈学胜委员，那个我们上礼拜去看过两所学校以后，我还是有一些疑惑在，但我也没有完全答案。到底实验教育，你既然是实验两个字，是不是它就是应该要让它规模不能太大，不管学生人数、学校数量，因为它既然是实验，它就要保持弹性，它才有机会转弯。万一失败的话，才不会造成更大的后遗症。所以我当天看完两所学校，学校办得很好，但办得很好，它变成另外一种明星学校，像那华德福。他们就拼命被迫要求，被迫，因为那么多家长要迁进来，被迫要求要念这所学校。那我也坦白讲，那像有些人在人文他适应不良，那你说要帮他转学，他们家长都已经迁来了这个宜兰居住，那你说要转到其他实验学校，他第一首选就是华德福，可是华德福他转不进去，那他又没有别的学校可以转，那这时候又面临到说，那是不是实验学校规模要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已经看到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我想听听看教育部你们自己的主见是什么。那第二个是附带的问题，你这里面排除了很多适用的法规，但这里面有没有谈到年龄的问题，校长的任用年龄的问题？比如有些教育家他到了70、80岁对实验教育还有兴趣，可我们现在私校法只有75岁是他的上限，那有没有破除类似像这样的规定？那我现在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想听听看教育部你们自己的主见是什么，好不好？从条文看似乎是没有，哦、如果排除之后好像没有限制。实验是什么都可以。对，就是，来那个蒋委员，我上次也提到过，既然是实验，就是在实验的性质，啊，想了解一下这样子的教育对一般的民众到底的成效是如何。那整个实验教育三法来讲的话，只有3年的时间，短期间内还看不出来它的成效。你现在一下从10%提升到30%，虽然你现在一个折中版15%，可是照我跟教育部所要的资料来讲的话，很多县市只有几%，连5%都没有，超过5%的也只有一两个县市，而且它是特殊状况。我们现在为什么一下子要把它提高到15%？所以我的修正动议还是维持现行条文，但是把原住民排除，原住民不在10%的范围内，其他的通通维持。因为你现在虽然你折中的条文是说经过主管机关这个其实验教育计划年度经报和中央主管审定合格，
审定者啊，可以超过百分之，可以达到15%。可是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一下现在开放的这么大，如果能够把原住民排除，说实在的，像宜兰讲，很多原住民的学校排除的话，他也可以在10%的范围内，他不会有问题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升到10%？我从上次到现在讲，没有人跟我解惑，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到10%，或者我是到今天审查刚刚念的时候，我才看到这15%，之前没有人跟我提讨论过。好，所以我都认为，为什么我的版本维持10%而排除原住民，不能接受，而必须要15%才能接受。好，原因在哪里？好吧。好，我先来聚焦一下问题啊，就是说高进委员的修正动议里面有在那个里面把原住民排除，好，还有你的版本，好，这个大家原则上接受嘛？哦，好，我个人觉得那个也可以接，那这个做这个修正是可以接受的哦。另外一个，我就是说我们原来的版本，一般县市政府是到5%，对不对？原来5%，必要的时候到10%，然后让委员知道，但是从5到10%这个部分必须要送教育部同意嘛？是不是审议，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是把这个10%再把它放宽到15%，然后又把原住民的部分把它排除不在这个比例里面。好，那就是一个双重，就是放宽的解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蒋委员刚才提出来，如果我们把原住民学校的排除不算这个比例里面，我们还需要放宽到15%吗？哎，国教署这边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来说明一下呢？是，为了让委员的讨论有比较清楚的数据，我们有整理的这个数字，请各位委员来做参考。那依照现行的总体的状况，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现在就是整个，如果在国小，在第三页有，我们有写出一个总数。第三页，大家看一下。在教育阶段，目前国小实验教育学校数是42，国中6，高中3。我们又去分析了各个县市的状况，大部分也没有问题，大概会有两个县市比较困难。台东、宜兰。会在第二页的嘉义县。哦，嘉义县。嘉义县的国中啊，它现在是两校，它现在8.3%。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偏乡，就是他大概已经到了顶了，没有空间了。再来是台东县国中跟高中，国中9.5，高中10。那台东县呢，问题又单纯一些，这三个学校它是在偏远跟原民学校是重叠的，所以如果在原民学校把它排除掉，它可以被排掉了，所以嘉义县的国中就剩下嘉义县国中会比较困难。再来各个委员的版本里面哦，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有一个大家的共识是不需要放宽到1/3啦，这个是大概大家的共识，所以那委员呢也有排除的部分有两种排除的见解，乃公的部分是希望说排除偏乡跟原民学校，维持10%。那有的版本就是把偏乡排除，有的版本把原民的学校排除。我们评估的结果认为，把原民的学校排除，可能影响层面比较小，因为现行的原民学校是16个学校，可是以目前的偏乡的概念会达到全部学校总数的1/3，所以我们认为把偏乡排除可能影响太大，我们不建议把偏乡排除。但是如果偏乡不排除，刚刚提到的嘉义县，它的发展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所以我们也认同，就是规模不要太大，然后校数也不要放得太宽，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原民的排除，然后每一个教育阶段就放宽到15%，让它有一点发展的弹性。那这个发展的弹性，因为你原民已经排除了，所以它又是小规模的学校，可能会在一些非三非四的学校有一些办理的弹性。以上报告。好，还有来那个署长的说明，我们那个我认为哈，排除是应该排除少数的，不是把多数排除掉了。对。对的，你现在只有嘉义跟台东有问题啊，他的问题就在偏乡啊，那你应该把偏乡排除，
就处理掉了。偏乡太多了。那你现在把偏乡通通包含在里面，能够提升在里面，那都会区的来讲，没有偏乡的问题，它也可以提升到15%吗？是跟哪关报告？这是问题啊。来，因为现在在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哦，我们会把偏乡做分级，所以如果未来偏乡分级之后，最严格的那一级排除。可能可以，但是现在因为那个分级还没有列出来，对，目前的偏乡会大到所有学校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可能不适合把偏乡排除。是，对，来，如果只是因为你的偏乡的定义有分隔，那个分级没有做出来，那很简单呢、啊，你赶快做嘛，我们把你这个偏乡那个特别的那种状况把它写在上面去嘛。偏乡的那种状况把它排除掉啊，那才是正途嘛。那怎么可以说是因为我这个没有做，所以把都会区没有偏乡的东西也通通提高到15%，提高到15%，六个学校就有一个实验学校，这哪里叫实验呢？嘉义县有跑来吗？好，那个吴思耀委员，就看你的立场。想一下，大家想一下好吧。我是几个部分了哈，第一个我认为。因为之前也跟乃公报告，我们之前跟国教署还有跟一些民间团体，在这个10、15、30，然后排除哪些的部分，其实有过很多的讨论。那确实是卡在偏乡条例通过之后，他们重新去认定的这个部分，现在没有办法在我们审议的这个时间就已经完备。那如果用我们设想的话，当初教育部的版本之所以到三分之一，是把偏乡的放进来。如果今天乃公您刚刚建议说把偏乡的那个盘点过来，分级结束之后再来决定我们这个比例的话，那我可以跟您报告，他搞不好要放宽到40%了。因为偏乡很多放进来以后，真的就会没有真的是。可是当初之所以放三分之一，就是因为设想了把偏乡放进来，他还要让实验教育真的实验教育有成长的空间，才会定三分之一。好，哇，这是第一个好啊。那我让我讲完。第二个，我基本上是同意在这里只排除原住民族。那至于是10% 或15%，我个人会认为15% 是我比较 prefer 的，因为原始的条文就是 10%。我们今天在处理实验教育三法，是要去象征我们更勇敢去拥抱这样的教育创新多元的概念。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条例的修正之后，鼓励更多的学校能够加入实验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行列。所以我觉得外界都在看我们在处理这个23条的条文，我们对于学校的设立的本身在政策的支持上的强度是高的，还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趋于保守？所以我个人觉得从10到15排除原住民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它符合15的，然后也更彰显了我们正向在政策鼓励实验教育设立遍地开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好，那我现在讲回来，我还有一个在第一条文第一项的部分要做一个提醒。好，如果比照我们未来会审到的公办民营的那个条例，我自己提案的部分，因为未来向上延伸到高教，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条文，各该主管机关为教育创新得指定所属公立学校或由学校提出申请，是由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教育部可以指定嘛，对不对？在向上延伸的部分，但是在公办民营的部分，我们希望因为配合大学自治，你们曾经高教司也跟我讨论过，希望能够加入一个程序叫做经校务会议同意。好，这是落实大学自治。那同样的，回到我们现在在学校形态的部分，是不是在经主管机关指定的公立学校或有学校提出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要加入经校务会议同意的这个规范？我在这里抛出来，因为我并不理解你们两个法案在同样处理向上延伸的部分，在法律的处理上的这一个关卡是不一致的。这等一下可能高教司要提出。好，我做我这样对条文的说明，谢谢。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先请国教署跟高教司这边分别来回应一下呢？这个条文的部分，原来的
原来的条文是只有指定公立学校做实验教育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让他有一个由下而上的空间，如果说你又要申请的话可以提出来，那经过校会同意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接受，因为本来要办实验教育就应该要有不管是校内社区师生家长的共识。好，那个那这条文里面要做那个吗？就好，高教师也同意嘛，哈，好，那就没有问题。那放在哪边？来，我们看一下哦，第二十三条的第二项哦，第二项那个我们刚才提到大家共识比较高的，就是说把原住民重点学校不在此限这个加进去啊、哦。那个因为偏远地区，刚才乃公提的版本里面偏远地区的部分，是不是在因为我们现在的范围定义上还蛮大的哦？如果把它排除掉，可能它的那个百分比会更高，会更高哦。那可能。我们目前这个因为已经在修法阶段，我们是不是目前采纳共识比较高的原住民重点学校不在此限、哦、然后呢百分比的部分、哦、就是我刚才有提过原来是 5%， 然后可以最高到 10%、哦、10是5到10的部分是经由中央主管机关、哦、核准、哦欸、审核通过，那我们是把它放宽到 15%、哦、就原来的三分之一或 30%是外界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实验三法通过三年要不要做这么快速的放宽、哦、那如果说我们排除原住民重点学校，然后一方面增加 5%， 那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数额对照于我们这个表、哦、我们来看大概可以解决我们讲的嘉义县跟台东县的问题、哦、那其他不会动太大、哦，好，那个乃公还有意见呢？我是坚持10%，10%是不是？好，原住民排除，好，因为说实在的，你不可能因为了台东跟嘉义的偏乡，然后把所有的各县市通通提高到15%，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台东呢、啊？台东？对啊，台东啊，嗯，跟嘉义啊。台东，它叫做原住民排除，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嘛。你原住民排除掉的话，你也不会达到10%啊。这个是我无法，这个我理解的事情啊。来，我们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其实如果排这个，我们原住民已经不在此限的话，台东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市长，对不对？所以现在只剩下嘉义县的问题嘛。来，何新纯委员。对不起啊，虽然我不是很专业了啊，但是呢，乃公当然说的没有问题哦，只是说我们把原住民现在重点学校啊哈这样子已经有纳入了，有解决了部分县市的问题哦。那这个比例上啊哈，不管是10%或15%，像我个人啊，虽然尊重蒋委员的10%，但是如果我们在定这个修这个法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比例放的这个比较宽一点点，那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在鼓励各县市的实验学校可以鼓励他们多多的去新学办学、哦、那我们宁愿把这个比例抓得宽一点点，那让他有多一点点发展的空间。那当然呢，如果说各县市他们自己本身的能量还不足，当然也不会去逾越这样子一个比例，因为学校真的能量不足办不起来。那我总是觉得法律上应该定得宽一点，那到时候呢在立法从宽执法从严嘛、哦、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实验学校的兴办，不管在他的教学品质，或者是他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各项评鉴哦，国内外的评鉴等等啊，都有层层把关的机制，也不至于腐烂或泛滥哦。我想这个自然会有他的一个对象的问题了啊。好，来，来，我们来做一个决定好不好？来。我还是觉得彰显我们对于实验教育的鼓励，我个人还是觉得15%是合宜的，好吧？我个人还是觉得15%是合宜的。嘉义的有吗？那嘉义目前国小的部分有一所是原住民重点的，只有一所。好，不是为了一个嘉义，然后把所有的县市通通从百分之那个嘉义部分让次长说明一下。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先表示意见，然后再请部内一并回答。我觉得其实刚刚蒋委员的意见其实是
很值得被列入考虑，因为这个是在社会上一定也会有这样对实验学校的担忧。那所以其实蒋委员其实也已经赞成放宽了一步，就是把原名学校把它不计入。其实我不喜欢用排除这个字眼，大家那个在讲谈话的时候，对原名学校不计入嘛，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对，不要一直讲排除嘛，不计入，不计入。那所以我觉得这也已经是一个放宽的版本，我们也不用说就把它列为是一个保守这样的状况。但是当有两个案子在这里的时候，蒋委员，我倒是如果这一定要投票的话，我是觉得虽然蒋委员您提的案子呢也已经可以让现行的状况大部分是可以运作了，不过因为我个人其实对实验教育是非常的赞成，我甚至期待我自己的孩子也是比较有机会往这条路上走去，所以如果动一点比例，它具有一个更鼓励更宣示的效果，然后两个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话，在这个案子上面的时候 请容我，我也是我比较赞成再放宽一点点，有一个宣示性的效果。那 我表示一下我的意见。好，李立芬委员。确实，因为我们这次的那个偏远地区学校的那个论坛，我就是在云家场这边。那我看到云家这边的学校，其实他们在整个实验学校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做得还不错。所以其实在那边的一个经验分享，我会觉得说对云，就是在嘉义县这个部分，确实他们还蛮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需求的。所以如果在这次我们可以再调高一点，就是到15%的话，可能就是鼓励他们，因为在现场确实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声音是有的。好，谢谢。好，蒋委员。原住民跟嘉义县排除不就解决了吗？不就解决？当然很奇怪呀，你为了一个嘉义把所有的县市通通提高到15%，不是很奇怪吗？这就是很奇怪呀。那所以如果与其这样的话更凸显问题，你就把嘉义排除嘛。事实上是这样子的，等你的偏乡教育的分级通通分完了以后再来处理好了嘛。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有做总量，其实我们在这个母法总量管制其实 5%。 那其实从我们全国来看，我上咨询过全国来看，大概目前的实验学校只有 1.3%。哦，那所以我们才会有留用到10%，哦，就是说5到10%的部分，我们可以留给中央主管机关去看各县市因地制宜。好，现在各县市因地制宜10%这样的一个限制，对一部分他的学校数比较少的学校，譬如说嘉义县或台东县，就造成了像嘉义县，他国中24所，只有2所是实验学校，他要改制第三所会有问题。可是他的国小数已经有6所了。好，6所了。那6所，它其实还有空间。那当它要设的时候，是不是有遇到一个障碍？我国中只有2所，那我要升学的话，或者说我要到国中的实验学校，我就必须要离开它原来的一个学区哦，它要到很远的地方，只有2所嘛，哦，所以它会有限制了。所以会有每个县市，我是把问题抛出来，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哦，就是说，所以每个县市其实有它的问题，但总量来看，整个台湾的这个实验教育的学校的，包括学生人数，我看过好像3%的样子，然后那个实验学校的比例是1.3%了。好，以上我提供数字给大家参考，谢谢啊。来，为什么？我想那这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嘉义的实验学校会那么多？没有很多，你刚刚看见没有？不是，嘉义实验学校不够嘛？嘉义县呢？嘉义县呢？他就我就说嘛，说因为。为什么实验学校都要设在嘉义？我知道还是什么？你知道哪个？也没有，就是学校数比例的问题。来，那个我们钟委员，好，不好意思啊，那个各位委员哈，又再度回来委员会对这个议题来表示一些意见了，请大家参考一下哈。哎，是的，哎，我回来了啊，老师回来了哈。那个不敢说，是这样的，因为我是觉得大家在讨论实验教育的这些法令的时候呢，感觉上我还是觉得，包括行政院版啊，我都觉得基本的心态上还是有一个管理的思维啦。当我们去定，不管是1/3、10%还是15%，大家都似乎把实验教育当作是一个说，如果我们要给他定一个楼地板的定一个天花板的上限，仿佛这个实验教育的学校会无限的扩张。那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现在会有要办实验教育？实验教育就是就对现有的体制的学校教育的一种反省跟反思。那有需求的地方，当他这个该地
该县市我不管哪个县市哈，那么当该地他觉得现有该地的学校的自治教育不能满足当地学生学习的需求的时候，自然的实验教育这样的小草就会循着夹缝中会长出来。那么它会不会无限的蔓延呢？如果说实验教育会超过10%，超过15%，超过30%，甚至超过1/3，那我是觉得不是要我们透过法律去限制它，而是我们检讨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说今天实验教育会无限蓬勃的发展，以至于我们要设一个天花板来限制它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检讨说这个实验学校怎么那么多，而是要检讨说为什么我们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以至于很多学生家长、很多学生、很多学校办学的人，他不得不寻求实验教育这条出路。所以呢，我基本上我个人是比较不倾向认为说有必要在实验三法当中，尤其在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当中去设定天花板的上限，因为那样的心态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认为实验教育是一个体制外有问题的，我们要防堵它，我们给它一个机会，但是不希望它过度的蓬勃，以至于影响到我们正规的学校教育。如果真有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该检讨的不是实验教育，该检讨的是学校教育。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法令上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管理的思维去除，我们不用每节每的还都可以来啃啦，不用先担心说啊，它会超过10%、15%、30%，而是说，如果在嘉义这个地方，它有这个需要，第三所国中它会面临到这个天花板的上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样未雨绸缪，先预设一个上限是没有必要的。你反而不能让那些有需求的地方去自由地展现它的需求。当它的需求自由展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面对说，到底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实验教育不是洪水猛兽，它并不是对现有的体制教育跟学校教育的所有的反对，它只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可能。在寻求新的可能的时候，我们去限制一个天花板的上限，可能是没有必要的管理心态。那我是觉得，包括行政院版这样的管理心态，它还是蛮强的，纵使没有设30%的这个上限，没有设3%的上限，我也不认为在每个地方实验教育会无穷尽的上限呢。好，我想，陈廷惠委员进来。基本上哈，我想我在咨询的时候也谈过了哈，就是说，实验三法、实验学校，其实我们都希望说，可以给予真正努力，可以给我们实验教育有一个新的开始，跟努力学校有一个比较好的鼓励了哈。但是说真的，现在大家的担心的是，似乎没有限制，没有质跟量的控制的话，它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个管控机制哦？所以我相信奶公也是这么担心啊，就是说，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上限提高之后，然后是不是会变成大家一窝蜂从实验学校着手，但是它根本就做不出实验学校的质跟量。我们要求的是实验学校的一个目标在哪里，它的值在哪里，它的目标心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这个部分更多的一个配套，把它讲得更完整？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所谓限制，就不会有奶公所担心的部分，然后还有我们所担心的部分，也不会奶公会坚持说啊，这个不要去开放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真的在现在一般，包括台南市也好，各县市也好，大家开始在冲量。大家开始在冲量，可是冲量完之后，它值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所担心的是这一块。好，谢谢陈学圣委员。等一下，蒋乃公委员。我本来是非常非常赞成实验教育让它蓬勃发展，但我现在发现碰到一些瓶颈，而且这要非常审慎去思考。第一个，到底实验教育它要不要挑学生，还是它完全是按照跟公立学校一样，它是用涉及先后？那涉及先后以后，就变成那是不是跟你在这个地方你取得不动产或没有取得不动产，还有取得不动产的时间先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明星学校的开始。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忧心。第二个是学校里面因为强调实验教育，它有很多的行动学习，行动学习到底它的学习的费用要不要有上限？如果没有上限，你会变成一些经济比较普通的家庭会产生另外一种被霸凌的情况。然后第三个，有些学校已经在讲说，那我是不是大部分是开放，用没有设这个任何门槛，是按照涉及先后，但我要开放10%，我可以招一些比较好的涉及背景的家长，认同实验教育，他会变成他也是另外一种赞助者。你知道现在已经
因为行动学习所衍生很多学校，它不管是设备汰换，还有你学习的目标，已经产生了各种的纷争，而目前我们教育部或自己在做实验教育的人都没有答案，我们贸然在放宽，我只能讲说，我很担心后面去实验教育以后，万一这些孩子进去不适应出来，他去哪里？那才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好，以上给大家做参考，谢谢。好，谢谢。好，那个蒋乃馨委员来。我这次实验教育从询答开始，我一开始就谈到过，如果实验教育学校需要这么大量，那你记得学校那我们体制内的学校的教育方式就是有问题嘛？所以人家不满意我们体制内的学校的教育方式，所以希望多设到实验学校去嘛。那我们教育部第一个事情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要先检讨体制内的学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都是小规模，大家都不接受你体制学校体制内的学校的教育方式，要去实验学校去，要改善的要改进的应该是这个部分才对呀。那你这边体制内的部分又不改，十个学校以下，然后你这边放宽，一个学校都不可能办。对了，那到底实验学校，那我们也把实验形态的这实验的字拿掉嘛。如果数字越来越多的话，就不需要实验了嘛。高中管控，如果你今天在实验用实验两个字，你当然要有一个比例的限制才叫实验嘛。所有各县市实对，今天一个新药上市，你要做三次的实验，人体实验三级，要花十几年。那我们的实验学校的法才通过到现在三年，就要这样子放宽，就要让它上市。到了之后发生副作用，谁来处理？谁来负责？对孩子们的教育品质，谁来负责？谁来处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实验学校真的是那么好的话，我们体制学校通通改成实验学校不就好了吗？也就是说，实验学校可以不受相关法令的限制，所有的法令通通排除。那我们现在的公立学校也可以把所有的法令通通排除掉好了吗？那不能不是都是实验学校了吗？大家都欢喜吗？那个来，所以既然无法做得到，那既然是实验，当然要有一个名额的限制嘛。所以我的提案修正动议是10%，可是把原住民排除。那刚刚如果说是因为偏乡的问题，因为偏乡我还没有分级，如果分级完了以后把最高级的把它排除掉的话也可以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一个教育部你要赶快去分级嘛，而不是说我在立法的时候我就把10%变成15%，等到你分级完了以后难道我们再来修法吗？不能这样啊。所以我一直不认为10%这个应该要超过，如果真的要超过，那这也何必要上线呢？那反过来把实验两个字也拿掉嘛。好，来，吴思雅委员，来，我们最后。我非常谢谢委员，大家都有很建设性的主张，我觉得这个讨论就是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在为实验教育的发展去找一个可能，或者是觉得要有某种程度的去管控它。但是我必须说，我刚刚大家的一些发言里头，我想回到我们在审这个实验三法的一个初衷。大家记不记得在前面的几条条文，我们都在讲，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学生，当然在国教阶段还包括家长的教育选择权，我们希望在教育体制是自由提供让他们去选择的。可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我们要有限制的去限制他们的选择权，也就是我们必须去设一个门槛的限制。那刚刚钟嘉宾委员说的，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去达到那样子的状态，所以还是必须有一些做一些管控的必要，我觉得这是现实。所以回到现实里头，我们如何让学生或是家长提供相对充足的教育选择权，然后我们来找一个目前可以给他们的一个方向跟空间有多大。刚刚焦伟一直在说，现在实验教育的学生，不管是学生数或是学校数，其实远远
低于10或是15，好像都 1.3。 对，那今天我们在处理的是，我觉得我们要彰显的是一个我们教育委员会对于实验教育的一个态度。我想大家今天在这里，我们都是支持，我们都是希望可以让它更蓬勃发展。所以我刚刚第一次发言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原来的版本就是10。如果今天我们在做这个珍贵的修法，从2014到2017这三年实验教育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的这个经验看下来，我们还是停留在10的这个数额的管控上，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不够给他们更多的支持。所以我希望能够有这个数字到15%，这不只是象征性，它也是一个实质的我们对于这种教育形态的一个支持。回过头来，我也要跟乃公报告，我从头到尾不认为放宽这些是针对嘉义，不是，这个是我们对于全国不同县市不同同一时期教育阶段的我们的态度，所以不是只针对嘉义，这个我一定要特别再说一下。好，那第三个，我不喜欢有一种说法，就是会让学校去选学生。我要说，这是学生的选择权。当我在看待这个的时候，当然您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实际上和平够硬。好，那可以让我回到我的第一项。好，我刚刚有说，就是是不是能够加一个经校务会议通过的这个文字。刚刚国教署跟高教司都同意，等一下文字做一下处理，好，这个大家不要忘记了，好不好？谢谢。谢谢。最后来钟嘉宾委员，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有点到我这边，我要说明一下，我并没有说对实验教育完完全全不受限制，说我们要从这个限制看出问题。我非常赞成刚刚乃公就是江委员所说的，从实验教育的蓬勃发展，我们看到什么问题？是不是看到自治教育的一些状况？我刚刚也从陈委员的身上听到了我们对实验教育在都会跟非都会地区的差别。其实在屏东它是非都地区的，那我可以理解，在有些都会地区的实验教育，它是在去除一些现有自治教育的限制，拿掉这些限制之后，有些学校它变得更加可以集中资源，它的竞争力更强，它相对的削弱其他自治教育学校它在招生上所遇到的问题。在都会地区这很明显，如果我很不愿意这样讲，但是有些地区实验教育变成精英教育，甚至变成什么贵族教育，这是大家有所担心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呢，以我所在的屏东来讲，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没有，没有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讲，实验教育它是解除一些自治教育的束缚，让一些弱势资源的学校它有办法去创造它所存在的一些优势，去吸引学生，给家长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但是纵使是如此，10%也好，15%也好，对屏东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其实我要给委员一个参考了，我不是没了解每个地方的情况，但我要说明在我们那个地方偏向的学校的校长，他为什么会去支持去通过去采用实验教育呢？因为我讲引述一个校长说的话，因为呢，他说我在偏乡，我6个班，我10个老师，当我决定采用实验教育的时候，我本来只有5个常态教师，我有5个代理教师，这个常态教师呢，他不会走，但是我也动不了。但是这种我用实验教育之后呢，这5个人会纷纷请调，因为呢他们知道实验教育他自编教材，他每天遇到的教学挑战很严苛，所以呢他自动的跟校长说，那我要调到别的学校去。校长好不容易可以拿到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他可以从全县去号召有教育理念的老师来参与他这个实验教育。这对我的所在的地方来讲，实验教育对这些校长、对一些家长、对一些学生一来讲是说，学校有机会重得一个新生，不然在那些偏乡地区，你没办法在现有的尺度之下找到你要的老师，你老师也没办法找到你想要教的学生。所以实验教育是提供给这些相对资源弱势的学校一个机会，但我也不否认的，它也会造成说有些资源丰厚的地方，有些地区的学校形态，它会加强把资源集中到成为精英教育的状态下。这个利跟这个弊都是这个法所共同要面对的，我们不可能这个法只取其利而去其弊。所以呢，我个人对于上限我没有意见，因为坦白说10%也好15%也好，对我所在的地区都够用了。但是是不是有些地区因为这个天花板造成了某些他资源不足的地方，他没有办法透过实验教育来取得他未来学校跟学生一个新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在定法律的时候呢可以思考的。我完全认同蒋委员的意见，我们应该去从实验教育这几年蓬勃的去审视我们自治教育到底哪些束缚造成学生跟学校跟老师之间有这样的适应不良的地方，以至于必须透过实验教育来解脱。谢谢。好，
我们其实讨论到现在哦，大概 有些大概没有办法从立法技术去解决了哦。但是呢，将来在实施的时候，譬如说，那个陈学正委员他去考察，其实我也很了解。从民国1991年，我在地方我就很关心实验教育哦。其实他在现场是会遇到类似的状况，那甚至呢也遇到很多实验教育的学校，那时候是非学校形态的哦，机构型的，他们甚至还分裂哦，不断就分出去去再去做、哦。但不过经过这样十几年来的发展哦，像我们现在今天审的是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哦，它是比较稳定的，大概不是私人的那种办理的哦。那我们现在在，所以会就这个数额会去做一个讨论的原因在于说，其实我也咨询过，我们如果从总数来看哦，也不要误解说，其实15%好像很多哦。事实上15%，我们如果从学生数来看，现在参加实验教育的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数的，我统计过是3%了哈，0.3%。那学校数哦，学校数是1.3%哦，所以我们其实在讨论5、10、15的时候，是真的有考虑到各县市因地制宜的问题。不是针对嘉义县，但有些不知道哪时候会发生哪一个县市会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是经过这样的充分的讨论之后，我们是希望说还是以5%为主，但因为是用县市行政区在计算学校数，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个数额1/3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到15%做一个折中的处理了？哦，我看多数听起来，哦，乃公不好意思，就是说多数听起来大家好像是可以。略微放宽到15%，那其实从总学生数来讲是3%，我们可以在未来2年、3年，哦，我们现在经过3年，我们修法，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学生的人数比例，学校数的总全国，我们这样算起来，它是不是会失控，是不是会有这个类似的状况，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了。那因为我们立法技术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取最大的共识，就是说我们原住民不在此限，哦，然后15%，我们就把上次院版降下来，30%降到15%，好，好不好？我们照这个修正通过，好不好？来，江伟。说实在的，这里面哦，从这些数字，有些地方是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一个就是说，我刚刚在跟星辰在聊，为什么都会区的实验教育这么小？那什么？都会区的实验教育这么少，比例这么少，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去研究？都会区的教育资源可能比较丰沛吧。是因为教育真的是因为教育资源丰沛吗？还是都会区的教育的方式是适合于所有大家的家长，所以大家不想去实验学校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实验学校也有它的问题存在呀。那为什么县市的地方实验学校这么多而不够用？又是什么原因？那是不是地区因为体制内的学校，县市的体制内的学校教育方式有出了差，所以该县市的学生想要到实验学校去？这是要有没有去研究过？我不知道。还是说都会区的土地取得难，县市的地方土地取得容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土地取得上面去着手吧。很多的因素我们要去探讨，如果光没有探讨，只是一个天花板的提高，然后所有的都会跟所有的乡镇县市通通一样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这个是在立法上是有问题的。所以就像主席讲的，整个的比例很低，整个的学生很高，那我们为什么还开放15%呢？没有这个需求啊，是各县市行政区的，对不对？所以针对各县市的发生的问题，有要了解它的因素，排除它的因素，肯定就可以解决嘛。像我的修正动议是把维持10%，可是把原住民排除掉，在不是不记录在里面，对不对？那偏乡我原先也是想不记录在里面，那署长是说偏乡要分级，还没有分级，是分级以后那个最顶级的最这个排除那个不记录在内的话，这个10%也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就是，那你应该赶快去做分级的工作，把它星级定好了以后，就把那个不记录，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15%呢？好，这也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嘛。好，那最后就是说，你既然要用实验，既然是实验，本来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的一个东西嘛，所以我们可以容许它排除所有的法律，不需要受到法律的框架限制。如果比例越来越高的话，其他体制内的学校是不是也可以，家长可以说，为什么他可以不受法律限制，我要受法律限制呢？好，那这个也是会产生一个问题出来啊。可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听到教育部有过一个说明，从询答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教育部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个说明。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的问题都不重要，别人的问题才重要？因为我看了你们都在讲啊，这个跟某某委员已经协调过了，所以定出一个折中板。可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人找过我谈过偏向教育的问题，那个实验教育的问题的，没有啊？没有啊，那个署长应该有。有谁来跟我谈论过的？我们办会有。那我的版本都不算呐、啊，我的意见都不算，从我询答开始到现在，我所有讲的话通通不算数吗？是我要他们来讨论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要到这边现场来讨论？之前没有提案版本，是这里的修正动议，对不对？提案版本我们都有办会。对，提案版本。那我从上次修正动议提出来到现在，也没有人找过我了解过啊。而且我上次从一开始我就讲到这个30%、10%的问题，我也提到说我有修正动议，也没有人找过我谈过啊，也没有人跟我沟通过啊，对不对？好，那、no, 我也不知道，所以既然我没有人跟我沟通过，当然我的问题、所有的想法，当然必须要在会议上面提出来。是了解。也许我的问题会比较多，有我们今天我的话比较多。不会，我们讨论蛮必要的，因为蛮仔细的，没有事先沟通过嘛。好吧，我们那个高金委员啊，谢谢哈。我觉得乃公他担心的问题的确是有存在的啦，就是包括陈学圣委员。那我现在有看到几个问题啊，就是原乡或偏乡地区哈，的确是有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选择到风景好、环境好的地方去。那我的建议是说，国教署署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在审议或者是办法里面能不能够去避免，这是我提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我们说这个实验三法这样通过了，其实是解决一些偏乡或原乡它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好像钟委员所提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些其实它都是并存的。但是有没有在审议的上面我们可以有一些机制去排除掉想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规范，然后去达到他所谓的贵族啊或精英化的这样子的学校？我们请署长能回答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样，但他就是争议在这一点。那这一点能不能在什么方式里面去可以让他去避免掉，或者是去不要发生，或者是减少？我们请署长来回应好吗？谢谢。好，署长先回应一下，我们就休息一下协商啊。好，第一个是一开始高金委员提的，要办理实验教育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管是校长或是老师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为什么要提高弹性？我们希望让愿意做事、想努力做事的人有机会得到支持。第二个，这样的放宽会对什么样区域的县市或者学校它有帮助？的确就是在它的学校数比较少的时候，它因为分母太小，它不是为了要多做，而是因为它分母太小，所以如果它做了得到地方社区的认同，它增加一个都增加不了。第三个，为什么都会区比较少？因为我们在整个学生的总人数是有定上限的，原来定的上限就是一个年级就是不能够超过40个人，然后12年就是480个人，所以这样的学校在都会区它是不容易办的。再来，刚乃公有提到，为什么你不赶快去定偏远地区的分级的这个事情不赶快做？要跟乃公报告，有这个部分已经开了很多次的会议了，分级的指标大概已经有出来了，也是依照母法所定的这些向度变数大概都已经谈好了，那每一个县市共识是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出来，就是我们在指标跟补助项目的对应上面，其实县市非常的关切，所以这个指标跟补助要对应出来才可以。那如果说要分级，乃公的版本可以做一点点的调整，
就可以符合乃公说的。所以现在可能有两个思考的选项，第一个15%原名学校不计入，第二个乃公的版本10%但原住民重点学校偏远地区及偏学校不计入。我们现在把偏远地区大概会分成三级，偏远、特偏跟极偏，我们现在名称大概会用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把最高的一个极偏的列进去放进去，在哪里啊？可以告诉我个例子，我比较好思考一下。玉山吗？还是哪里？也可能会这样。他现在因为现在有六个变数，有数位的、社区的、交通的，所以现在会用一个综合指数的方式去算，但没有办法现在讲在他去算指数。那所以都有，就是这样，对，就是所有的状况，他的得分最高的会是极偏，嘿，所以这两个部分是不是请委员会来做思考跟讨论？那其实哦，乃公，其实你的版本里面，如果偏远地区当时不包在里面啊、哦，其实它的反而会放宽的比例会越高了。哦，就是说我们如果来想的话，哦，就是说可能会越高。那如果说我现在是要协商，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把偏远地区先，因为还没有分级，特偏、极偏什么什么偏，哦，那我们把它拿掉的话，其实它那个10%也很紧了。我讲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才略微从30说啊，不然15试试看啊，15才这样啊。好，我们要休息5分钟，好吧？大家协商一下，先上一下厕所，然后想一下哈，我们就来做决定哈。乃公，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偏远地区如果把它除外，偏远地区能够再来做实验学校的比例放进去，可以超过10%。然后就跟他协商。送出去如果是其他是对了，我不好意思说进步走了，对了，对。我也赞成15，我都不讲了。好，没关系，这个是改动的，其实你这样想啊，如果把偏远地区3/3把它除外，那偏远地区升实验学校，如果你把它放进去，现在比例就还那个嘉义就会超过15%，你懂我意思吗？哦，那偏远地区嘉义几乎这是属于文化部的，对不对？嘉义的都是偏远地区，几乎都偏远地区嘛。那它如果分级的最高级，就是那个名称。对，嘉义其实是真的偏远是。对啊，如果说乃公的版本偏远，如果把它除外的话，那其实更好更宽。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拿掉，然后放到15%，那只是一个折中的数。现在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你算给他看了，你算给他看。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说。不是啦，我告诉你，但对我们来说哈，我们讨论这么多哈，15对我们比较表面效果，我们所以就很正确。真的，我们就不能去讲。支持实验教育就是要往前走，对，就是往前。其实我是对政治性的语言啦，对，我不敢讲。原住民我就觉得可以，因为他比较熟了，对啊，原住民上面来讲的话都可以执行，但15具有首长在跟讲，好了，对啊，刚刚行政这样讲，好了，次长这边讲，没有就尊重他嘛，那我们要想办法12:00嘛，各位支持一下，12:00，15或者12:30，对啊。所以就是人家的版就这样，这一条过了大概过来就不会啊。你的第五哎，第五你是不是要跟非学校的那个第七条共同来讨论？第五要放宽呐、啊，不是要放宽，但是我说你跟那个非学校，不是你跟非学校第七条一定要共同来讨论，对，而且保留拿掉。可以了，无所谓。但是我的意思说，你可能要跟非学校做，我才说这个保留。那个分级最高级放进去。其实我也觉得要他没有啊，原文什么呀？分级高级，讲到五遍，对，原名的跟偏远分级最高级的就讲不清楚。那你偏远什么时候送出来？最高级分级的最高级，现在还没过，现在还没过华语。以后再来提修正版吧，先通我们的版本，以后乃公再提修正吗？那这条是实施即便定制啊，不换不换，不换，谢谢谢谢。我们要进的，不用钱的哦。对，如果今天还要定制，还要设计，还要设计。主席，先争取后我们的意见。我争取之后，我来看。乃公以后可以再提他的，你那个非什么偏什么超级什么非极极偏，台北就是特偏，它是最高一效之前15%。
原住民跟偏远的最高级，就是最高级，最高级的高级，那不知道多久。不要点名称，原住民众下，其实他们在意他的面子，对，不是偏远地区学校最高级，因为他说要分级，我们分级最高级，所以那个只是一个天花板，说让各县去比，因为他们上需要你去啊，他其他你比较偏的学校，那个可以告诉我，对，他的学校数够大。是最高的，最高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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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要跟你讲说全国的学生数其实是最高，地区学校是要严格把关，对对对。他只是将来超过 5%， 他报到教育部这边，教育部这样看，是谁接？可能也是谁接？还是哪个？我上次没有讨论你们回来保留条款很难吗？还是 OK？ 回来的保留条款，上次讨论的保留条款，对呀、啊，很复杂吗？OK 吧，我没意见。我女儿来了，我想回去。女儿来了，对，她在哪？我女儿在 UCLA， 欢迎我昨天回来。我女儿在 UCLA。好痛苦啊！反正我 anyway 不 care， 我二月一号订机，我已经订好二月一号机票，我现在就不管了，我订好二月一号机票，二十六号再回来。二月一号到二十六号，因为一定二十六号是礼拜一，一定是最快的那天的九点才开始，反正飞机六点就到，不管他。一到马上来开会，好可怜。差不差不。所以你要出国吗？1月20几要有一个，现在为什么？哦，一月二十几那不行啊，一定是2月。本来想是2月9，大家都蛮无聊。为什么大家做这么？大家为什么这么样子？没有吧？关了。没有，我只是跟你们俩讲话可以。对，是，就是学霸是一种真的，刚讲清楚。没有，我刚讲我女儿是。还是。没读完呢。好，来，我们继续开会好不好？哈，来。经过沟通跟协商，现在有两个案啦，哈，一个就是15%，哈，原住民不在此限啊。啊，第二个案子哈，我们现在请那个。因为奶公坚持10%的案子，来，请那个处长来修一下，来，没有，但是要念一下，来，好，如果先不谈百分比的话，要把那个原住民重点学校排除在外的话，如果依照上面所列的接在后面，在整个适用逻辑上会有疑义哈，因为我们本来是。前项的本文是总量管制5%，那后面的但书是放宽到10%，或为上面讲的15%。如果这时候又把原住民排掉的话，看起来变成原住民不能够适用那个放宽了。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确立原住民重点学校是要在整个总量管制的限制规范里面要排掉的话，我们建议会放到本文里面的最前面，就是原住民重点学校以外之公立学校办理，那就是原住民的重点学校办理实验教育都没有总量管制了，就从整个分子分母切开来，然后其他的公立学校原则受5%。然后例外，重个案可以放宽到15%。哦，这样子 OK， 这样子。啊，如果要把偏远最高一级的放进去的话，也是一样，就变成原住民重点学校及偏远地区啊，最高一级之偏远地区学校了哈、啊。就说偏远条例未来叫做偏远地最。高一级是偏远地区学校，这个名词，就说那个是用什么方式来做处理？问题现在还没有啊。是没有啊，是没有。我跟你讲是这样子啦，哦，就是说，
奶公的意见我很能接受了，但是因为真的是偏远地区学校，因为其实他如果把这个牌，不再实现的话，其实还是会还原到整个学校的数额母数，还是有可能会可以到15%，所以我才会去讲说，在这个还没修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维持原住民重点学校以外之公立学校，然后那个百分比，我们是不是在可以在15%？进来之后再来讨论。对，然后级数进来之后，我们也许两年、三年后，或者两年后要修法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讨论了，好不好？好，奶公，谢谢，谢谢哈。好，我们是不是照这样子？来，好，奶公来。主席，我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是是。那主席，如果你要这样才是让案子赶快出门，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是。那就是列入协商，好吧？要协商，好好，就是这部分保留协商，好，好，那我们现在这一条我再来念一遍好不好？那好长我来第几项？这个原住民这个，好，第一项来，我们回到第一项好不好？来，各主管机关为教育创新得指定所属公立学校或学校提出申请。Stop， 你要加一句话，并经校务会议同意后。并经教育校务会议通过后，好，以学校为范围，好，逗点，好，给指定哪样吗？好，就是多着来，我就是来，看起来我们的第一项哈。有两种形态，一个是主管机关指定所属公立学校，一个是由学校提出申请，一个由上往下，一个由下往上。如果是由上往下的，还要教务会议通过，这是有点怪的。如果是确认由上往下就是指定，那或由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后提出申请。下所属公立学校，很好，或。但这个就是我认为你要尊重大学自治，你本来就算是上对下的指定，你还是要经过学校去同意的，这个还是要啊。那个这样好不好？我建议哈，得指定所属高级中等以下公立学校，得指定所属高级中等以下。公立学校啊，或由或由专科以上学校，普通小也有申请的，你念吧，普通小申请。或由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后提出申请。得指定所属高级中等以下公立学校，或由学校，或由学校。是大专不指定，大专不指定了啦，不要指定了。或由学校经，不要指定了啦。校务会议通过后提出申请，你整个去办。对。好，修正的部分请把它变成红字，好不好？我们看比较清楚。有修正的部分文字，请把它变成红字，好不好？大专以上的了，对对，他是不要指定的。你后面那项就指的是大专。对啊，对。后面是由学校提出来是。可是这个给我感觉，你这个给我感觉是，任何学校只要是校务会议通过，你就有办法提出申请。我的解读会变成这样子哦，得指定所属高中以下公立学校或学校经校务会议，这个或学校那后半段就变成我任何学校，我只要经过校务会议以后，我就可以变成，我就可以提出申请，变成你这个实验学校来。我的感觉是这样子，你这个角度。他感觉说我要办实验学校。要经过校会同意了，任何学校啊，对啊，他都要提出，他如果要提出的话，可是这没有办法区分。你刚刚跟我说学校经校会是指大专，可是你这个东西中小学要听不懂，对啊，那你中小学都要的话，那你干嘛还要前面来分隔？你得指定所属高中高级，他一个是指定是由上而下，一个是由下而上，对，但是我知道你意思，可是你这个条文上面大家不会去做这样的延伸啊。写法不会是这样的想法，你
的写法不会这样感觉啊。倒过来哦。各该主管机关学校，哎，各该主管机关为教育创新，要不然就是说，那个，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后可以提出申请，或由中央主管，又由各该主管机关指定所属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放在后面是不是？对调是吧？各该主管机关为教育创新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后，提出申请或由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对照一下我那个公办民营的版本是这样子，你各该主管机关本来就可以指定各个公立学校要转化为实验学校，你本来就有权限，这个是 OK， 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经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他才能够做，只有在公立专科学校以上的他需要，因为是大学自治，反而在公立专科以那个学校以下的其实是你可以直接指定嘛。所以我要讲的是我说的这个精神，你这样改的就好。那你就把，那如果这样呢，为教育创新得由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提出申请，或由主管机关指定所属高级中等学校以下的公立学校。如果是这样呢？对啊，刚才对不起，你如果是由，我还是那句话，对我的解读来说，由学校经校务会议。刚刚思瑶是说要专科以上，哎，才需要校务会议、啊、才需要校务会议。那你这边说由学校、啊，那我小学也可以啊。不是，我是说你的主词，你的主词，你只是由学校经校会，那个学校对我来说是从幼稚园到大学，那古尼是他讲的是专科以上，哎，他只要限定在专科以上，需要校务会，你的主词是不是要把它明定？加专科学校以上，因为我刚才跟国教长讨论过，他说由中小学以下学校经校会提出申请也 OK。但问题需要吗？也 OK， 但是需要吗？你教育部常常要求国教端的各个学校来配合教策政策做一些什么配合，难道每个大大小小都要经国教端的校务会议通过吗？不需要吧，当然是可以，可是我觉得在国教的部分是不需要经教务会议啊。可是刚刚那样不是切成两端，一个就是专科已定，然后都不用动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学校发动的，不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由学校校会是专指专科以上，哎，对啊，专指专科以上，你现在有两个层次，哎，对啊，好，来你好，你说明，来，如果从立法政策上来看，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个是由上往下的指定，一个就是由下往上的申请。那如果是由下往上的申请，在专科以上学校有所谓大学自治，但是即便是高级中等教育法，由下往上就是他校内形成共识之后自愿的来申请，不是受主管机关政策指示的。基本上即使是在高级中等教育法，他校务发展或校园规划等重大事项还是要经过校务会议的。所以我们如果是从政策上来看，要保持这两轨，一个是政策指示嘛，一个就是由下往上的申请。所以由下往上的申请其实是不分教育阶段都经过校务会议同意会比较合理。以上好，欸，那难道由上往下的大学不需要经过校务会议吗？因为大学即使是合并由上往下的话是不需要经过校务会议的，因为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如果还要经过校务会议它是没办法合并的，对对对。另外一种是由下往上的合并，由下往上的合并就是学校要形成共识，所以它要经过校务会议，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管理理念。那你把这个写下去吧。好好，来，我来念一遍哈。来，第23条，各该主管机关为教育创新得指定所属高级中等以下公立学校，或由学校经校会议通过后提出申请。那么以下都一样哈，跟我刚才念的一样。申请没写在前面。在立法技术上，我们本法所讲的学校是不分教育阶段的，对啊。如果我们把高级中等学校放在前面，后面又讲学校，会让人家误解是前段的简称。所以刚刚苏委员有建议，是把后面的学校放前面，
经校务得由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后提出申请放前面，哦，或由学校或指定，好好来修一下，或由指定所属，那所以我才建议说是不是所属高级中等以下公立学校。所以我说如果要文字通顺的话，是不是把为教育创新五个字放在最前面嘛？然后你为教育创新，然后为教育创就第二十三条，为教育创新得由学校经校务会议提出申请，或由各该主管机关指定所属高级中等以下公立学校，然后依据这个这样。哦，好像有道理哦。虽然我觉得不是全部法律本来就是为了教育创新，为什么还要放教育创新？好，来我念一遍啊。第二十三条，为教育创新得由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后提出申请，或由各该主管机关指定所属高级中等以下公立学校，以学校为范围，依据特定教育理念，就行政运作、组织形态、设备设施、课程教学、学生入学、学习成就评量、学生事务及辅导等事项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并准用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一款、第十三款至第十七款、第三项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一目、第二目、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十一条及前条规定。这是第一项，好，公立得由公立学校，好，前面来，好，前面第一行再修正为得为教育创新得由公立学校，好，加公立学校，好，好，我来念第二项，好，原住民重点学校以外之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其学校总数不得与主管机关所属同一教育阶段总数5%不足一校者，一校采计，但情况特殊，其实验教育计划于学年度开始6个月前逐案报中央主管机关审查核定者，不得与同一教育阶段总校数15%公立，好，第三项，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应就第一项所定事项拟定实验规范，跑掉了，报请学校主管机关核转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于实验规范之范围内得不适用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专科学校法、大学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学位授予法及其相关法规之规定，该规范并应载明其不适用之相关规定，属前项但书情形者，并实验教育计划报送。好，再下一项，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其校长遴选聘任程序由各该主管机关因实际需要另定之，校长办学绩效卓著，其校务发展计划经实验教育审议会通过，并经各该主管机关校长遴选委员会同意者，得不受连任一次之限制。好，下一个，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其校长得以据《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第四条、第五条或第六条资格之一者聘任之。好，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教育，得依相关法规规定，以契约方式聘用编制外资教职员。好，第二十三条我们就做以上修正。来来来，你有什么意见？来，你先讲。来，我们次长。喂，那个第一项啊，第一项的部分前面讲的为教育创新啊，事实上在我们那个条例的第一条就是为教育创新来办理实验教育。对。所以我的建议是前面这几个可以不要了，为教育创新逗号得都不要啊，到由都不要。哦，由都不要。都不要。好，这个删除。德经校啊，这个。
公立学校经校务会议通过后得提出申请，得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刚才宣读过的就是除了第一项删除前六个字哈，好，为教育创新逗点得有哈，好，来那个陈学正委员，我有一点小疑问，庸人自扰自哦，这个校务会议，他要不要去注明他属于重大事项，是要简单多数决三分之二、四分之三？不，我要特别提哦，因为刚刚中央委员提到一件事情，就学校办实验教育，然后就让有些老师，你本来我要把你这个请走的，到最后让你知难而退自己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学校今天决定要转型，但是有一些老师他希望他是留在原来的正常体制里面，那他有没有工作权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有没有其他法令上面去保障他们？还是我们根本不用去管他？因为过去这种学校就基本上他是已经算是要废校的，或是一个新的学校，没有这种问题。那你现在如果现在由下而上要求去转型，那不同意的怎么办？不同意老师有没有被保障可以安置的？我们讲过说，他如果在实验学校，适应不良的，我们还要协助他转学。那如果在这个学校里面他要转型，那这些老师有没有保证他一定可以转到什么学校去？他如果没有被之前没有就正常应该就是要调动啊，就是会调动。那调动有没有工作权的保障？原本他在市区、那个、对不对？那个要不要规范在母法里面？我只是问这个问题。署长要不要说明一下来？是这个部分会有工作权的保障，就是如果他要优先接聘的话，通常会让他们优先接聘出去。好，就是要在讨论法的过程里面，署长提出这样的一个行政作为。那好，那校务会议上面我们要不要母法里面注明他要注明是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或怎么样？还是是不用重大改变学校的重大政策？母法要不要注明？我们原来的校务会议的运作里面，重大学校好像就改变了三分之二哦，是不是？来，署长要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们认为依照原来校务会议的规范就好了，我们这边可能不用定到那么细。你的规范里面有没有提到学校改制，就是改制或者什么？那个大学要合并它是非常严谨的，三分之二出席人数多少它非常严谨的、哦、有校务会有规定了嘛，规范里面有规定了，是不是有规定？转型学校转型没有吗？来，你们要说明一下吗？属于重大事项嘛，对不对？应该算是重大事项，应该是三分之二决。这个应该定位为重大事项。对啊。好，重大事项三分之二决。好，有留这个记录，我就好。OK， 好好。那个主席，我有第三项的部分要提醒哈，因为我们之前在审第九条排除很多法规的适用，那时候是保留的，所以这里是不是要比照我们当初第九条？大家就是回忆一下，当初除了排除这个什么大学法、私立学校法这些，还有我们那天讨论的，是不是排除这个师资培育法、学生辅导法跟国民体育法？好，这边第三项应该要比照我们刚刚前面第九条保留的部分，排除法律的那天未解嘛，师培法、国民体育法、学生辅导法是不是一并排除？这个第三项是要一致的。哦，对对对，对不对？对，来。要一致，所以我们第九条还没处理，所以这边 要保留一下。好，我们这一项第三项保留，是第三项嘛？就根据第九条再来。好，我们第二十三条的第三项保留以外，等一下并第九条一起来处理。好，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对不起，我再好来，再有一个小问题哦，那个请教一下市长，这个学校的实验教育里面哦，如果一个学校提出了申请说我要用对照组。就是你学校里面一半是用实验教育，一半用那个正规教育，然后我让他去对照，然后去比照这个学生是哪一个学习情况好，那这个时候他应该用哪一个法比较好？以前我们北正国中就曾经一校两制，就唐凤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法源，所以没有问题。但以后这样的话，那万一有学校说我要一半要实验教育，可不可以？条例里头可以把部分。有没有署长说明一下？有没有？在学校形态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全校性的方式来办，学校是一致的。我们这里不建议让它区隔为两种制度。但是非学校可以考虑，但是非学校可以考虑，公办民营可以考虑吗？是。我觉得他没有想清楚。我举例来讲了，以前没有硕士专班的时候，
就是完全正规教育，就是一般的硕士班。但后来硕士专班开了时候，要说要开后门，后来发现硕士专班是另外一个主流开始，他学校就是两轨哦，他两轨上课学习方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你不要回答我回答太快。署长，你要想一想我讲的话。好，谢谢委员的指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公立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用一个学校两种制度，我们真的不建议。这个部分在家长的部分也没有办法去说明为什么我的孩子要被实验。对，这样子好不好？这个议题我想我们在实施嘛，就是说陈委员的意见，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会有学校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对，是放宽到大学。那你应该讲大学它是无奇不有，它也不可能全校一起转型，但学校可能有部分转型。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也许我一个学校，我就突然我把我一个学院，我就专门做给这个听障者的一个学习学院，进来的所有的老师即使你是正常人，你都是要手语教学，算不算实验教育？这非常棒的，我曾经就想推这个概念啊。那如果你搞实验教育，我就说那个学校就大学的部分有可能。那你们说明一下好吧，因为你现在涵盖的是整个。好，你说明一下好不好？了解一下。这个我先补充一下了，因为我们实验三法里面除了学校形态、非学校形态，当然学校形态、非学校当然是基本上都以全校办理为原则了。但另外那个公办民营，公办民营的部分，它是可以全校或者是有部分的校舍委托出去，部分的校舍委托出去，它就可以在一个学校里面实行两种制度了。对对对，那是公办民营。所以我刚刚讲有可能，那就是有可能嘛。在这个法里面，这个是学校形态，学校形态的没办法。好了，市长，我先让你法过，你回去想一想，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们还会审那个公办民营，好不好？好好想一想。好，那我们就这一条，我们就做修正通过，那个乃公保留协商嘛，哈。好，第三项保留，哈。好，第二十三页的第。二十四条哦，就是我们题会讨论的第二十四条，我来念一遍哦，这个应该比较没有争议哦。来，非营利之司法人所设置非学校形态机构实验教育，以原有场地及建筑物且学生人数符合原规定，依本条例申请改设立为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者，得于报各该主管机关许可后，继续适用原建物第五使用组别及其建筑相关法令之规定啊。这个就是它原来是机构型的，可以直接改制了。来，好，那个蔡培慧委员，哎，麻烦了，那蔡培慧委员先，好来。好，基本上我是要感谢教育部了哈，因为目前如果我们要公办民营的话，非常多是在偏乡或原乡地区，那确实它的建筑物的这个规范就未必能够像一般学校D3或D4，所以这个我要感谢。那当然，之前你们针对这个校长禁用的延任，我也觉得是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兼顾地方的特质，然后地方的发展的方向，我相信未来在偏乡跟原乡，会有比较多公办，哎，对不起，不一定公办民营，公办公营的实验学校的出现。好，好，那个柯志恩委员，过来吴思耀委员。不是，因为他这边有个 D5 的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说这个 D5 是补习班的一个标准，然后你在非学校的第七条里面就已经有规定它里面的项目，对不对？你里面规定很多啊，包括室内平均不得少于 1.5 平方，室外多少，还有包括所谓消防的一个规定，你这边又搞了一个 D5， 各位 D5 是补习班的一个规定，你这个感觉起来，对，你这个感觉起来好像是我要符合补习班规定，是不是会让他觉得我先去弄个补习班的这个方式来，然后符合你的规定之后，我再把它转变为实验的学校。而且 D5 当初有它的历史背景，很多的地方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刚好有一间学校，台中学校不被允许，然后想到新竹去，然后新竹也不是那么样积极，所以就在法规上面放了一个 D5， 然后就沿用到现在。所以你们现在还要用 D5 这个方式吗？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要用的话，那你必须要，我建议你必须要跟到时候的那个非学校里面第七条统一来共同来做一个讨论，你才要再回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标准要一致，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好不好？对，好。或者是你就把它好，吴思耀委员。我有提修正动议哈，基本上我就是同意志恩委员讲的，因为我们上次不也去大家一起去看过那个这个台北 Media School， 他们其实这种就很非学形态，很希望去对于场地使用能够多一点松绑，让他们能够有多一些空间可以使用，所以我的条文在非学的部分，那
加上现在学校形态，我们处理到24条，我的修正动议都是非常具体的，把这个适用原建筑物 D5 的这个 D5 把它拿掉，所以就是回到原本你那个建物在使用的一些消防安检的规范，但是在那个样类上 D5 的这个限制基本上是不需要的。那如果这样比较起来，我想裴慧委员、智恩跟我都是同样的意见。我附议吴思瑶委员的修正动议。OK， 没有问题。好，那个，苏小慧委员有意见？没有，我就直接表示支持。好， 好，那我们我们是不是就？我们就直接我来宣读一下哦，原来哦，那个有没有国教署有没有意见？不要用 D5 了，因为真的是不需要 D5 的，而且你到时候就变得来营建署有没有意见？来，营建署不是啊，你那个 D5 真的是麦克风来，它的缘由在，你现在还要沿用，真的没道理。那是结果，麦克风来这边。麦克风，好了，好，谢谢。这个是排外了，因为这个就是原来它是机构型的啦，就非学校型的机构型的。那其实他们都拿毕业证书，都会拿到他们自己的学校，而不是他的那个学校了。那主要是他如果已经办一定的成效，那继续生存，那我们是同意他直接转，不用再经过层层的程序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再念一次哦，来。非营利之司法人所设之非学校形态机构实验教育，以原有场地及建筑物，且学生人数符合原规定，依本条例申请改设立为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者，得于报各该主管机关许可后，继续适用原建筑物使用组别及其建筑相关法令之规定，好不好？就是第五就删除掉。好，好，谢谢报告。哎，来，署长。苏之芬委员等19人以及苏小慧委员等30人另有提一个修正，且全校学生总人数不超过375人者，这个要不要把它加进去？哦，就是说他的。它的差异会在这里，就是原来的机构你的人数上限就是375个人，但是呢它可能招生的时候不一定有招满，我可能只有招了280个人，那如果说符合学生人数符合原规定，它在280到375之间，它是不能够再招的，所以苏小慧委员等还有苏之芬委员等人所提的这个修正案是有考虑到这个情况，好，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招满，你可以招到原来的你的人数的上限。好，我来，我懂，这个有讨论到，对，来，我来再念一遍，大家听一下，就是说第二十四条，非营利之司法人所设之非学校形态机构实验教育，以原有场地及建筑物，且学生人数在不超过375人之范围内，依本条例申请改设立为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者，得于报各该主管机关许可后，继续适用原建筑物使用组别及其建筑相关法令之规定，好不好？好，来。就是我刚才在里面来把红字把它列出来哈。但是如果你已经在，且学生人数，那个在没有不超过了，那个多的打了一个在，多打了一个在。后面这个已经继续适用的话，前面还要再来。我确认一下好不好？那个署长，原本最后一句话。适用原建筑物使用组别及其建筑相关法令之规定，我印象中这个里面的组别就有包括那个人数的限制，不是吗？组别这个，它其实不只是相关法令啦，是不是这个？因为当初没有建筑法令跟。它就是会在建管跟消防的部分，那我们这里是人数的部分，它那里建管法令不会讲到人数，那个招生人数是由教育主管机关审核的，所以还是要放375放进来。它要限制它的人数，人数可以适用这个了。要换规定是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我本来的理解也是跟他说，因为这样子有合并了。375人有没有人数符合原规定？
这个规定值应该是370的东西。组长，你们是认为说应该要加入嘛？就是啊，你那一句“且学生人数符合原规定”，原规定不就是规定了375的上限吗？符合原规定就375了。对啊，那你还需要再加这一句吗？现在就是要不要把它讲得更清楚了？符合原规定，且不超过375人。哦，且学生人数符合原规定，且不超过375人之范围内，是不是？啊，要原规定不就是有人数的限制了吗？你还需要再写375人吗？除非有一种状况，你的原规定会改，除非啦。原规定不会改，但是他可能那我就觉得不需要放人数，没关系，我就是报告，就是他可能会有这种解读上的问题了，就是他原规定，好吧，那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写了啦，再写了有点奇怪哈、哦，那我们恢复到原来好不好？来，恢复到原来哈、哦，就是且学生人数符合原规定就可以了，学生不需要，那个375就不要了、哦好，来，我再念一遍哈。非营利之司法人所设之非学校形态机构实验教育，以原有场地及建筑物，且学生人数符合原规定，依本条例申请改设立为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者，得于报各该主管机关许可后，继续适用原建筑物使用组别及其建筑相关法令之规定，好不好？好，我们第24条就修正通过。好，好，我们看到第24页啊，第24页哈，第25条啊，第25条。来，我念一遍哈，大家想一下哦。来，这里有几个委员有版本哦。来，有综合整理过后哈，那国教署提出来的建议条文呢、啊？来，第25条，学校法人及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申请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之许可条件、程序、实验教育计划之审查、续办、改制或设立实例实验教育学校之程序、许可之废止、恢复原有办学形态监督奖励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于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由各该主管机关定之，于专科以上教育阶段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之条件、程序、实验教育计划之审查、变更、续办、指定之废止、恢复原有办学形态监督奖励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于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由各该主管机关定之，于专科以上教育阶段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各级主管机关得编列预算，对前二项实验教育学校予补助，其属偏远地区学校者应优先补助，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办理实验教育绩效优良者，由中央主管机关得予奖励。好，那么以上大家这个统合版有没有什么意见了？这个就是因为有开放大专以上嘛，所以把它区分出来。来，那个陈学圣委员，我想请教一下，因为这次从宜兰人文这个事情出现哦，就是教育部到底对于国教以下体系的这种实验教育，如果他跟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有任何的这个汉格磨合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中央的角色到底在哪里？那万一他之间冲突很大，那他可不可以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向上级？比如说我们这个行政诉讼里面都还是有这个诉愿再诉愿的，那像这种万一他跟地方主管机关就是搞不来，对，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中央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这一点我很好奇。那个是好像比较属于公办民营的部分，我们还有第二部法公办民营的实验教育，见得不见得、嗯、好，这是学校形态的吗？因为通常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有时候相对他会比较保守一点，那跟实验精神会有冲突。是，但如果今天我们就设定就是你地方教育主管机关你去处理，那中央没有角色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我担心是、這個、好，那个哦，志杰委员来，戴墨镜出现了，要宇宙大风暴。不是，那个眼睛有一点小问题，所以戴墨镜来。我们那个实验教育哈，就是在偏乡。这个教育部应该已经 OK 了嘛，对不对？就是偏乡都优先嘛，
对啊，补助啊，对。好，这个英文里面、啊、就要补助，然后偏乡的优先。好，偏乡的优先嘛，哈。好，那原住民的也可以考虑优先呐、啊。得了，得补助了。得补助是吧？我你得补助了，得补助了，来来。是我们，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各级主管机关了，所以它会有地方政府的时候，我们希望某种程度尊重。但是在中央的部分呢，我们愿意增列部分文字哦，来宣示中央对这件事情的责任跟态度。我们可以在那个应优先补助后面，我们要加字。好，应优先补助，然后后面加好中央主管机关。应优先补好，没有我等哪一个？因依地方政府需求之类的，财力其次，优于补助，优于补助，其次再错也其次也是错字。其次，优于补助，并应专款专用，这个是宣示我们对地方的支持。没错。好。对。做这文字的修正书比较完整一点哈，啊，比较明确一点哦。好，我来再来针对第二十五条的第三项哈，我来念一遍哈。各级主管机关得编列预算，对前二项实验教育学校予以补助，其属偏远地区学校者，应优先补助。中央主管机关应依地方财政，地方政府财力及次，优予补助，并应专款专用。好，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修正哦。好。其他委有没有意见？那个专业用语上，我平常看到都是什么依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之类的哈。你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财政级次，是吗？我们一般在其他看到都是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偏向也用这个吗？哦，财政级次。他的财政能力是分级的，有分一级到五级。财力级次。财力最好的是一级。财力级次了。哎，最不好的。所以这是专有哦。对。我来自于偏乡了，我觉得国教署写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对了，不同乡镇不同县市有不同的级次，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鼓励跟奖励，所以这个专款专用这个也是应该的。很重要。好，好来，柯志恩委员。没有没有，我只是这一块跟下一块已经谈到补助哦，我现在只是想额外问一下，你们有任何的想法，就是你们的预算大概是有多少要来补助增加的实验学校？目前有一个初步的部分吗？这跟下面一条其实蛮是这个部分，我们会订定一个补助的要点，它大概会看补助的项目跟内涵，会包含了资本门跟经常门。在公立学校的部分，我们就会第一年80万，第二年以后就是40万。在原民的部分呢，我们在会分筹备期跟实验期，筹备期就会给200万，那实验期以后每年150万。对于民办民营的部分，大概会有几个情况。第一个，他会算一个基本的补助额度，然后再依照他的招收的人数会分等级。好，那也不太多。但你这个哈，你这个补助还要回到前面那些评鉴的那些，当然，对不对？你评鉴评鉴会跟奖奖助，那是用奖助来处理。评鉴绩优的会奖励，那一般的就是补助。他所以这里讲补助的概念都在。好。好，那这一条经过沟通，这样我们就通过，好不好？修正通过哈。好，我们第二十五条，来，还有谁？哦，来那个处，来，我们这本法的草案里头并没有地方政府的简称，所以说地方政府是不是应该用直辖市、县市政府？哦，好，来来来，那个法制处那个处长有意见，来，我们中央主管机关应依。没有认为要因嘛，对不对？因依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是改成这样就好了嘛，直辖市或县市，哎，好，就改成这样子。直辖市顿号，顿号县市政府，县瓜湖市，对，好。好，我再念一遍哦。各级主管机关得编列预算，对前二项实验教育学校予补助，其属偏远地区学校者，应优先补助。中央主管机关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财力及次，优予补助，并应专款专用。好，
第三项就这样文字修正，好不好？好，我们第25条就依文字修正哦，我们有就通过，好不好？好，好，我们看到第25页第26条哈，第26条重整版的版。来，我来念一下哦。各级主管机关得建制实验教育网络平台，举办说明会，提供多元选择资讯，促进社会大众之认知。实验教育得与在地社区或组织合作，结合地方产业活化教学，并得聘请业界专家协助教学。好，我们柯志恩、苏巧慧、蔡培慧委员都有提到这部分哦。那重整过后，来有没有要说明呢？哦，没有，就是采纳委员的提案。好，我们各委员的意见都采纳在里面，有没有没被采纳到的？有要补充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来施瑶委员。好，这个巧慧应该会同意，因为他跟我一起在做地方创生。对啊，对啊，我们可以把地方产业就改成地方创生，好不好？它的范围更大。对，建议如果是地方产业，那就加地方创生。对啊，就是地方的地方创生，它是范围是蛮广的，而且来处理这种少子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地方产业要保留，然后加地方创生，好吗？就是结合地方产业，地方创生 including 产业，好啦，好，可以啦。结合地方创生产业吗？地方产业设的项目是不一样的，所以请保留地方产业，然后加地方创生。哦，结合地方产业、地方创生，并活化教学，并活化教学。好，好，我再来念一下哈。来，既然有修正，我就重新再来念。来，第26条第二项，实验教育得与在地社区或组织合作，结合地方产业、地方创生，并活化教学。并得聘请业界专家协助教学。对，两个并字，地方创生后面那个并，并不用了，那个结合地方。哦，并不用。好，我再念一遍哦。来，第二项第26条第二项还有文字修正，我再念一遍哦。实验教育得与在地社区或组织合作，结合地方产业、地方创生，活化教学，活化教学，并去掉哈。后面那个并要，要后面那个并要。好，地方创生，活化教学。并的聘请业界专家协助教学。好 ，OK， 我们就文字修正第26条。请教一下，我请教教育部，它里面有没有比例的问题？就是说聘用这样的老师有没有比例的问题？来说明一下哈。是生师比有定名了，是10:1。那如果你需要的话，要聘请兼任教师，可以在专任教师一半的额度内，以3位兼任教师抵1位专任教师。前面条文有，前面有。我意思说，这些兼任教师，因为他基本上他不是属于适配体系出来的，你这个比例上面就照原来规定，是因为我们发现有些学校有他希望禁用不同的老师。乃公有提条文，我们有把它修进去了。我也不需要修什么。在第12页，题会版本的第12页，括弧3，专任教师对学生人数之比例不低于1:10，其应有专任教师人数之一半，得以兼任教师折抵，兼任教师3人，以专任教师1人计算。好，兼任教师基本上也可以不需要适配体系嘛，应该这样是不是？没错，现在是这样。你这里面没有提到这一个，因为这两个意义不太一样。这是协助教学的，不是。我只问啊，我只是问一下，因为这个意义不太一样。这有没有涉及到适配体系？比如说华德福他有自己的适配体系，他希望说这个适配体系也可以被认可，但还是一个适配体系。那你现在讲的这些，培慧讲的我是认同了，只是认同说，那他这个算不算兼任教师的？你有没有？因为他不是属于适配体系。来，署长回答一下。是，赵伟所提的这个在34的条文有保留，就是在师资培育法、学生辅导法、国民体育法是否要排除的部分，在保留条文还没有审查确定。等一下，我们回来讨论。会保留，会回来再讨论。好，那这个条文现在要过吗？这两个要并在一起的，我是支持了，只是他要把它弄清楚。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业界，应该不冲突。业界的，你讲比例应该在前面的时候，如果有讨论到的话，应该就会，我们可以来讨论。哎，
好不好？它应该是增加它的那个实验学校的一个教学内容了，哎，跟地方产业。因为我看过那天去华德福看的时候，很感动，是因为老师每一个老师每个班带的，他没有教材的，都是老师自己每天定的。没错，没错，很辛苦。所以老师很多样性。对，那他也有好也有坏。对了，那也有人就是，反正他不需要任何体系，我就随便找人进来，我们开了一个门，那你没有任何资格限制，那也许有人就走这个巧门。我只是提醒这一点而已。为什么要有适配体系？是它有一个管控，一个品质。那万一有人要走私立实验教育的偏门，你就给他开了一个巧门。我只是提醒这一点而已。好，了解。好，我们这一条26条，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哈。好，我们到第27条哈，来，本条例实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好。没有意见吧？哈，第28条，本条例自公布日实施。好，没有问题。好，我们回到第五条。好，回到第五条。现在是要把它讲完再。对，我们把它讨论完好不好？到1点左右以前把它结束。好，好来。好好。剩下第五条了，我们讨论一下来。5、9、12、14、16、14。来，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二条、14条、15条、16条、16条，哎、欸，那个都联动的啦，都几乎都有联动。23条第三项保留、欸。好，我们来继续讨论哈。来，第五条。来，第五条哈，我们看一下第二页哦，其实都有。因为大家也讨论很久啊，所以大家有整合过，大家看一下哦。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个题会版本讨论的架构，我们来讨论了。来，第五条，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之审议、监督及政策与资源协调等相关事项，应由各该主管机关定期召开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审议会（以下简称实验教育审议会）办理。前项实验教育审议会自委员9人至25人，由各该主管机关就熟悉实验教育之下列人员聘派兼之，其中第4款至第6款之委员人数合计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2/5，任一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一、教育行政机关代表；2、具有会计、财务、金融、法律或教育专业之专家学者；3、校长及教师组织代表。4、具有实验教育经验之校长或教学人员；5、实验教育家长代表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实验教育者；6、实验教育相关团体代表。前项委员任期2年哈，就是其续聘以2次为限，每次聘任之委员、续聘之委员，每次聘任之委员中续聘之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数之2/3，任期内出缺时得补行聘派兼，其任期至原任期届满之日为止。实验教育审议会审议学校形态实验教育计划（以下简称实验教育计划）涉及原住民族实验教育者，应增聘具原住民身份之委员1人至2人，其委员人数及任期不受前2项规定之限制。实验教育审议会主席由委员互推产生，实验教育审议委员会委员均为无几职。实验教育审议会为行使职权，得指派委员携带证明文件赴私立实验教育学校进行访视调查，并得要求学校承办人员提出报告或提供必要之文书资料及物品，必要时得洽请有关机关协助执行。实验教育审议会之委员不得参与其所监督之私立实验教育学校办理之实验教育。好，这个说明一下好不好？这个当时讨论好久。那这个讨论的地方有3个地方，就是在整个是不是他的委员的组成要有实验学校的校长？之前我们讨论是承认还是现任，讨论了很久。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只要具有这个经验的校长或教学，我们就不特别提承认或现任。在乃公就说，是不是委员不要让他万年委员啦？你还是要有一个任期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是续聘2次的话，这样就会任6年，然后每次
聘任的时候有一些新旧的替换，有一些新陈代谢，能够有一些传承。再就是上次提到原民的部分，要有住具原民身份的委员，一人之二人，高路委员提案我们就是采纳列入。好，那如果没有有没有意见，来，这个都上次讨论很久了哦，那我们采纳大家的意见都放在里面了哦。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第五条就照提会讨论版本修正通过。好好好，第九条，我们看一下第九条，在第八页哦，第八页来第九条，我来念一下哈，来第九条，来大家看一下第八页哈，保留条文的部分哈，来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款之实验规范。应就第三条第一项所定事项拟定，于该规范之范围内，得不适用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教师法、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专科学校法、大学法、私立学校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学位授予法及其相关法规之部分规定，并应载明其不适用之相关规定。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之主管机关属直辖市、县市政府者，其实验规范应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好，这个就跟我们等一下讨论的那个排除有关，就必须要一致性了，要一致性啊。对，所以这三个部分的话，现在来说明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之前的意见是有学生辅导法哦，因为三级辅导、三级制的辅导机制不能一体适用。国民体育法，因为国民体育法当中对学校的体育课的时数和内容有严格的限制。然后第三个是师培，那希望的是实习老师，就是实验机构可以变成是师培的场域。所以很具体的三项法规、三项内容大概是这样，麻烦教育部。是，我们之前在讨论保留条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部分有交换一些意见。是，那因为是由我去主持的，所以在整个涉及到师资教师还有学位特教师跟体育署的部分，那我们是想要请他们来提出说明。来，有没有来说？来分别说明一下来。师资教师说明，因为我们现在的实习的办法，在草案定的时候就已经把实验学校跟机构已经放进去了，所以只要师培大学提出来放在平台上，他就可以去实习，所以我们建议不要把师培法排除。好，谢谢师长。但是看上次你那个草案哦，你现在的口头说明是说在草案内容条文内容中有放进去，不过不晓得是不是我有误解哦。我上次看到的您是在说明栏中处理，那说明栏中跟这个条文内容这是有极大的差距哦。那我看到的是说明栏哦，那这不一样哦。对，是师培法的执法。对啊，对啊，是在说明栏啊。就是实习的办法。对，我们现在是在说明栏，因为我们跟法制处有讨论过，这样就可以处理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说明栏。那就可以处理了吗？对啊。跟主席委员报告，就是现在是希望这个师培过程中，他可以到实验学校去做实习，那个是师培法的规范，我们在那个地方并没有限制，在那边处理就可以，而不是在实验教育三法里头处理。他是从那边能够来这边实习，在那边承认，我同意，所以在那边处理嘛。那所以师长，你告诉我说你也处理了嘛？可是我现在去看那个草案，其实你没有处理嘛，你只是在说明栏当中写而已啊。所以如果你在师培法，你动了师培法，我这个就放掉，我没有关系 ，OK。但是问题是你，我看到的草案内容当中，你不是动条文，你是动说明栏，所以我在 argue 的是这个部分。是，跟委员报告，在实验机构的范围，在母法里面是没有限制，是在执法里面去安排的嘛？是吧？对，是没有排除的问题，对。对，没有关系。我现在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层，我都 OK。让他可以来就对了。但是你上一次的是在某一层里面的说明栏，那我就觉得那样不好。好，对，你要回到至少办法里面的本文。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审议的阶段，我们会把它放进去。那你 promise 吗？等于是这个是 promise 吗？对啊，好。因为立法技术上就是。学校形态，它就还是学校，所以它还是可以来，对不对？我现在就是说要在某一层的条文内容，那这样子也就没问题。啊，跟
跟主席跟委员报告有关学生辅导法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在学生辅导法里面，我们有将那个多元的专业人员，包括辅导教师、心理师跟社工师，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我们希望说还是可以在实验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还是可以用学生辅导法的这个部分保障那个三级的学生辅导制度。那因为我们对于各级的这个学生学校的一个基本的学生辅导人力都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啦，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还是可以不要排除学生辅导法的这个部分。跟部长、次长还有署长这边做一个讨论，基本上也不是不完全不要那套制度啊，所以就像如同上次说的，我们在排除这些法律的时候，都是你要说明你要排除的时候，都是要具体的讲出你的范围。部分，我们后面已经写了部分规定。对对对，所以绝对不是排除学生辅导法的适用。那所以这边他的实务状况是他有很多超越三级以外的状况，那他反而需要被有对应的方式，那不然这个部分要怎么解决呢？对，来讲部分了，不是整个排量。是，就不要再误导，是全部是在国教署的评估的范围内，认为委员所提出来的排除的法律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订定实验规范，你到底要排哪一个法，你要如何替代，这个会经过审查了。不要整部。好，来，部长来。主席，各位委员，因为在这个包含这个条文都谈到我们要排除的部分，这个该法律当中的部分，然后在实务上也必须提出对应了。他比如排了哪几个条文，但是它的对应才会被计划才会被审核通过了，所以我是比较建议可以这部分三个法是应该可以列为是但是就是很明确的，而且以这样的条完全同意，而且我还希望部长的这段谈话到时候能够被放大处理，因为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实验法是排除所有的法律，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应该是里面的某一条，那也必须提出来，然后提出对案之后才会，不但是部分，而且要有对应政策，所以我觉得部长讲的非常的完整，所以那三个法放进来，那可以吗？而且后面那这样解释可以接受吗？不是整部都排除，对哦，对，可能里面的其中一条、两条，然后它会有要怎么处理，会比较方便，然后计划才会通过，才会通过，好不好？好，那我们是不是在第九条的部分来，我们再把它加入学生辅导法、师培法、师资培育法、学生辅导法跟国民体育法，那个顺序应该是这样了。好，我们上次讲到是在学位授予法顿号加师资培育法顿号学生辅导法顿号国民体育法，好，把它调到学位授予法之后。对，师培第一个，然后学生辅导法第二个，国民体育法第三个。师培可以没有关系啦。好，我重新念一遍。师培不放吗？师培不用是吧？只是实习。真的吗？不止，没有关系哦。如果是有对应的话，要把那个它可以实习机构。我说如果有对应的话，那就是没有关系，那你就是放上去，反正它就是有这样。他现在担心的部分，他现在担心的部分就是师培里面，虽然说我们说他要那个，他要那个，我要哪一条不适用的情况是部分条文，但是他主要的。哎，主席啊，哎。我怕挂一漏万，是不是稍微修法技术上面改一下，就是说于该规范之范围内得优先适用之，不然你还有挂一漏万，搞不好还有哪个法你没有放在里面，还有相抵触的。来，于该规范之范围内得优先适用之，得优先适用之，它是竞合关系嘛？以这样子立法，我怕万一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没有想到里面的。好，第七条，第二款是时间关系，应就第三条第一项所定事项拟定。后面都拿掉，等适用的都拿掉。对啊，哦，于该规范之范围内得优先适用之。然后他在细则里面或用行政法规里面再去做解释比较好。哦，把后面其他列的法不适用的都拿掉，不然你真的会挂一漏万。哦。没有写吗？你要讲施肥，没有，他意思是说不用一个一个列是吧？用一个个列了，怕你挂一漏万，漏哪一个法？然后那个从你的办法里面去定就对了，去定对应，这样好一些。来，等一下，来，那个处长来，强处。
报主席各位委员，刚刚陈委员关切的是第七条里头有关实验教育的相关的事项，我们后面排除的条文是它对应的，前面其实可以实验的项目其实没有细部的规定，所以基本上没办法有所谓优先适用的问题，所以它只是在它的实验计划或是实验规范里头，它就可以实验的项目可以拟定计划去排除现在所列出来的这些法律之外，它有一个替代，上次好像有提一个三栏式的嘛，就是说我要排除教师法的哪一条，然后对应替代的就是什么样的规范。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刚刚委员关切的说，哎，在教师法第某条的要优先适用的不是教师法那个条文，而是替代的那个条文。对，嗯，视频要不要放在？我是从这讲法律竞合，让它是超越其他法，免得你再有产生一些问题。来，大家想一下哈，来。如果是只有实习机构的部分啊，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你现在是包括是老师任用，然后教师法，只要是人，他都希望有更大的弹性嘛。对啊，来。我觉得就遵照部长说的师培法你放进来，然后适用的只是部分条文，他当初他还是要提出来啊，提出来还是要送审啊，这个就是要给他们弹性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实验教育很重要的精神，是不是一样放进来，因为你还是有审查的把关机制。 OK， 司长就听部长的，来可以吗？放进来。好，那我在第九条的大家的现在修正意见，我来念一遍。第一项，第九条第一项就是有关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款之实验规范，应就第三条第一项所定事项拟定，于该规范之范围内得不适用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教师法、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专科学校法、大学法、私立学校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学位授予法、师资培育法、学生辅导法、国民体育法及其相关法规之部分规定了，并应载明其不适用之相关规定。好，就做这样修正了。那大家就说好，就这样的修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排除这些法令的时候，他应该载明其不适用相关规定了，然后再写出他要对应的那个办法。好，我们第九条的第一项，第九条了，整条我们就照我们提会版本做文字修正通过，好不好？好，来，我们看到第十二条，来，第十二条里面哇，改了外国人的任教，来，我来念一下哈，来。来，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应聘雇。哎，我念错了哈，来，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聘雇应经工作许可之外国人，从事学科外国语文课程教学、师资养成、课程研发及活动推广工作，得检具相关文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其属合格外国语文课程教师者，不受就业服务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及第四十八条第一项本文第二项规定之限制。前项外国人之教学资格人数，每周从事相关工作时数审查基准，申请许可、废止许可、聘雇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依第一项规定聘雇之外国人，其他聘雇管理依就业服务法有关从事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者之规定办理，其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依入出国及移民法规定办理。来，第十二条哈，来，国教署，来，署长说明一下。来，上次在讨论的地方有一个课程总时数四分之一可以聘请外国人，
但是外国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要经过工作许可，一种是不需要经过工作许可。那上市的条文看起来是不管需工作许可是不需工作许可都会在四分之一的范围内，所以这次的修正就是应经过工作许可的就把不经过工作许可，原来不经过 不必经过许可的这是第一个就不算进去的，对，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上市的条文是有学科跟语文课程的外国人，那现在这里有又增加了，包含了师资养成、课程研发跟活动推广工作，所以他可以协助推动的事项更广泛了。嗯嗯，在第三个是上次提到的四分之一的地方，就会把它放在第二项，把它定在执法里面。外国人的教学资格跟人数、每周可以从事相关工作的时数等等，这个部分就加到执法里面去做规范。好，这我可以接受了。我因为那时候争议就是四分之一要不要计入可拘留跟不可拘留，这样越对对对，解决了。好 ，OK， 好。第照我们提会版本讨论通过哈，修正通过。好。第十四条，我们上次讨论到一半人数的问题，第十一页啊，大家看一下，我来念一下哈，这个好像也统合过了哈。来，第十四条，学校法人及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并符合下列各款规定之一者，得申请设立或改制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一、申请设立或改制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实验教育学校者，应符合下列各目规定：一、招生对象为六岁至十八岁之学生；二、每年级学生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自国民教育阶段至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哇，这个我上次都念过了哈。好，这我上次念过了是吧？不用再逐条念了。来，好，再把它念完了。来。二、每年级学生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自国民教育阶段至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学生总人数不得超过六百人，但仅单独办理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或国民中学教育阶段，则其学生总人数分别不得超过两百四十人，每年级学生不受五十人之限制。三、专任教师对学生人数之比例不低于一比十，其应有专任教师人数之一半得以兼任教师者抵，兼任教师三人以专任教师一人计算。四、楼地板总面积每一名学生不低于四平方公尺。二、申请设立或改制私立专科以上实验教育学校者，应符合下列各目规定：一、招生对象专科班或学士班为公私立高级中等学校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历之学生；硕士班为取得学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历之学生。二、自专科班阶段至硕士班阶段学生总人数不得超过五百人，但仅单独办理专科班阶段或硕士班阶段者，其学生总人数分别不得超过一百六十人；仅单独办理学士班阶段，其学生总人数不得超过三百二十人。学校法人所设立私立实验教育学校，适用私立学校法之规定；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所设立私立实验教育学校，视同私立学校法所定私立学校，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适用私立学校法之规定。学校法人组织及运作之监督，依私立学校法及其相关法规之规定；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组织及运作之监督，依各该法人设立许可法规之规定。好，来，郭教授要不要说明一下上次争端？上次讨论到最后，上次这个部分就是整个人数的上限跟每一个年级可以定多少人。那有委员的版本有提到，在班的概念里面，要不要也定出每班的学生上限？那我们上次有说明，就是实验教育的弹性，有些不一定是用班级来做编制的，所以我们建议不要定出每班学生人数的上限，给一些弹性。第二个，在专兼比的部分，上次所提的已经纳进去了，有做修正了。再来就是专科以上的部分，我们再请补充说明。好，请司长说明。
专科以上的在大学的部分呢，是以320个人，如果是硕士跟专科单独设立的话，就是各160人，那整个加起来呢是不超过500人。那这个的一个横平性是因为从国中到高中它 total 是600，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设定。好，关于人数的这样子的一个统合版本，大家有没有意见？可以啦，可以吧？这个因为有各委员都有版本了，那原来的限制是480嘛，现在已经到600了，那也有版本要到960了，然后呢1:10。好，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意见的话，我们第14条就照今天题会讨论版本刚才宣读的通过。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是今天讨论的第16条。来，他同意了，他同意到一点，他同意到一点，不是吗？是啦，他保留了那个部分呐。哦，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他就要协商。因为整个案子要。没关系，我们先保留到礼拜三还可以讨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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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的部分。好好，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哈。就是他那个什么十分之一那一个。这保留第三项嘛，对不对哈？对，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营建署的那个代表来，有没有来了嘛哈？来，就这条了嘛。有关这个，我们是希望说，哦，以就增加一个得将非征收，哦，已取得且经评估无设校需求之公有都市计划学校用地或闲置之校地校舍，依相关法令提供私立实验教育学校使用或租用，且不受该土地原使用之学校类别限制的，就是说他本来是文小或文中或文高，那他可以互相使用，就文高用地可以来办实验小学，或实验小学可以来办，不是小学一定地可以来办那个实验高中了，大概就是说可以互相留用了。那叫那个内政部，哎，对，那个营建署报告哈，这个部分那个后段且不受原该土原土地使用之学校类别的限制，这部分我们是建议那个。不宜这样排除了哈，那理由大概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市计划的学校用地，我们按照我们都计法46条规定，是要按照旅龄单位跟居民分布的情形来予以配置。那我们配置之后，其实就是说都市计划公布实施之后，民众大概都知道这边设的这些学校用地要设国中、设国小、设高中等等。那如果你把它今天就是这个国小就不要设了，那它整个学区划分等等这些都没有，就不见了。但是这个不，你设让私立学校进来之后，其实如果没有经过都市计划的这个程序，因为它这里其实它要不受学校这个用地类别的限制，显然是要排除我们都市计划法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在民众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学校就是我要设国中就。我并不晓得我这个附近本来应该有这个国中可以就学就没有了，或是我有国小要就学也没有了，那这个学区这个还有都市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居民的一个分布而整个就破坏掉，那我们是认为说这个部分后段的文字是建议不要增订啦。那如果说这个确实如果说这个经过检讨都市计划经过检讨也刚刚诚如前段，如果他评估其实如果已经不需要这个有设校的这个需要的话，那可以循都市计划的这个变更程序。那都市计划的变更程序里面可以依照都市计划法26条或都市计划法27条。那如果说不要等他通盘检讨的时候再来变的话，那事实上因为这里是各级主管机关，他是为了要鼓励这样的一个形态去设校嘛。那既然是经过地方政府认可的话，那其实他可以循都市计划法27条，就是走汛行变更的一个程序，那这样的一个程序还是在都市计划的这个拟定变更的程序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嘿，以上。上次我没有到。好，吴思耀委员。听营建署内政部的同仁一讲，就大概知道你们还是回到原本传统都市计划的思维。那其实我们今天就一直希望能够让它有更大的弹性跟松绑。当然，我们当委员的也都很清楚，都市计划不是不可以变，你可以循程序，但是那个程序就会卡住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我建议这个部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让教育部门？因为刚刚这个修正文字也是教育部提出来的，你们就去跟营建署做一下沟通。好，你们对礼拜三提会来跟我们做说明。
那基本上我们支持教育部的同仁刚刚同意我们做修正文字的方向，也就是给予更大的弹性。那是不是请营建署的同仁也能够朝弹性的部分去做思考，礼拜三再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他有针对性的、啊、有针对这些非征收不是已征收的学校，非好来说明一下。可是我觉得今天在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像刚乃公所提到的，它是牵涉到跨部会上面对这个法条上面的一个想法的认知，所以你今天在跟我们讲也是代表你们内政部营建署的一个看法，跟我们刚所讨论其实基本上我们的期待就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即使再多做说明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共识，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利用两天的时间会不会请教育部相关跟你们做一个协调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点，礼拜三早上再来，否则你们讲了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你们也有道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坚持，那这个部分也不是我们说的算，一定是教育两个单位不彼此之间互相做一个整合嘛，好不好，礼拜三你们来告诉我们一下，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做法。来您是什么单位？ 我是国产署、嗯、那其实我是比较针对第三项前段啦、嗯、就是说我们在前段有且经评估无设校需求，对啊，就是无设校需求怎么会有家长的预期心态呢、嗯對啊、其实在我们这边就是说如果是公立学校是国就是国有土地他评估已经没有设校需求的话，其实他就是应该要变更非公有，是啊是啊，对，所以就是看如果评估无设校需求的话，那原则上在这一条是提供给 私人使用嘛，所以如果前段加这样子的文字的话，可能会变成就是说没有办法在学校这一端就提供给司法人使用，他就是说经评估无设校需求啊，你又去设提供给私立学实验学校去设校了，你说这样的文字有冲突就对了，而且从那个国产署的政策来讲，就是他已经解编哦，来好那个请陈学圣委员，那时候我在审博物馆法的时候，我学到第一个名字叫训行变更，训行就是为了配合博物馆，然后不要冗长的土地变更、都市计划变更，让博物馆赶快找到适法性。但我觉得如果学校机构他去做续行变更，基本上他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他的适用的范围而已，是不是这四个字可不可以用在这上面？你看他说可以，你看讯息变更是很好的东西，讯息变更，讯行变更，讯行变更，迅速的讯，得将非征收以其得，且经评估无设校需求之公有都市计划学用地或者是依相关法令讯行变更是吧，然后加那四个字讯行变更是吧，迅速的讯嘛，因为博物馆比较复杂，因为它可能从农业区变什么，对它这个是讯行啊，变更，变更，重大政策才需要。逗点。我可不可以再确认两件事情了哈？第一个，营建署的同仁哈，既然经评估第一句话没有设校需求，也就不会有你刚刚说的很多在地的学生家长，他可能预期这里本身会有一个国小、国中、高中的。那个预期心态可能不会那么强。第二个，我要回应那个财政部的同仁，确实有一些地方没有公立学校的设校需求，可是实验教育是一个比较新兴跟多元，它可能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他想要来，所以也会突破你说的那个前提。我这样回应是不是可以让你们有一点知道我们想要松绑的部分？这种非征收的土地应该都是指重划，就是原来都市计划规定的学校预定地了，已经是公有地了，它不是征收了，征收了解编有的要发还地主，哎、欸，这非征收的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就是且经评估无设校需求这段文字就是要对。那个拿掉后面，后面又好了，那这样呢？他们去讨论好了。来，这样子好了，我们有关第十六条的部分，还有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的部分，我们就暂时保留啊、哦。然后请那个我们两部，这都涉及到两个部的一个跨部会的协商哈、哦，你们再讨论。我们礼拜三予以确认，好不好？哈、哦，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然后好，完了我们就休息哈。哦叫我们什么？叫还有什么？
休息了，反正我看这六十几条，我看你。主席，那个主席，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们现在休息了，你还要休息？哦，来，休息了，我们礼拜三继续讨论，好不好？哎。一个问题啊，就是二十三条，因为他讲的是公立学校，所以二十三条排除那个专科学校大学法，那就没有私立学校法了。我在这里就不列了，因为那一条是公立学校。等一下，那我现在可以在二十三条的部分是二十三条，因为讲的都是公立学校，所以他跟第九条配合起来，私立学校法要把它删掉了。但是其他都放嘛，包括刚刚什么私培。好，第二十三条，我们跳到二十三条。对不起哦，我们是不是再花点时间把这个条解决掉，好不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都没放。本来就没有私立学校的。我们休息以前，我们再把第二十三条，我们再把它放进去，好不好？来。学校授予法后面要放师培，师培不会来。国民体育法，国民体育法后面。然后私立这条跟五跟十有没有？不是这一条了。我们本来就没有放私立学校法，因为这条是公立学校。也是呀。没有，可是我们就不用改了。对，因为刚刚讲说要跟旧条一样，没问题。没有再保留，好，没有了，没有保留。好，第十二十三条，我们就做，来，我们念一下这一项，我重新念一下：公立学校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应就第一项所定事项拟定实验规范，报学校主管机关核转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于实验规范之范围内，得不适用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专科学校法、大学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学位授予法、师资培育法、学生辅导法、国民体育法及其相关法规之规定，该规范并应载明其不适用之相关规定，属前项但书情形者，并实验教育计划报送。好，十六条第三项我们就做这样修正，好，文字修正来。帮张伟再给我一分钟好吗？好，在第四页第五条的地方，没关系，听完就可以了。他已经有讲了那个实验学校形态的教育计划，以下简称实验教育计划，在第七条又写了一遍，所以在第七条地方就不要再写那个简称了。第七条，好，这个简称这个不要。好，我要第七条哈。第七条的第一项做文字修正，好不好哈？那个重复写的部分，刮胡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它删除哈，就是以下简称那个部分，我们把它删除。好，我们第七条的第一项哈，学校法人或其他非营利之司法人申请办理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应由其指定之计划主持人拟具实验教育计划，于学年度开始一年前向各该主管机关提出，经各该主管机关送实验教育审议会审议通过，由各该主管机关许可。好，第二项以后没改哈，我们就照这样通过，好不好？下简称那个拿掉，刚才是第七条嘛哈。哎，对，因为意思都已经确定了哈。意思确，弄提复议案，要提复议案。所以你们是下礼拜三再来。你们下礼拜三提一个复议，好不好？提复议案，好不好？好，我们就休息哈。好。礼拜三继续讨论哈，就是我们保留的两个条文嘛哈，第七条复议案跟第二三条，下午不讨，下午休息了。没有啊。好，第十六条第三项保留，第二十三条是二十三条第三项吧？我跟你讲，因为第十六条第二项那个百分之十，请他们赶快去更买东西，那个就可以不用保留。
已经过了，我才是过了呢，第十六条已经过了呢。他要保留，我知道他要协商。那如果协商的话，来在这里协商，还是要送院会协商？知道哪个是对的？我请我们那个。对啊，我们可以先协商啊。对啊，就礼拜三处理了。不然我有点搞不太清楚。那你自己要讲。OK 啊，那我会。可以啊，就叫他遵照。对不起，我一句话就好了。司长，谢谢。我刚才跟新城都讲好了，对，要最新事情，就是你会过来。对，我过去。好，谢谢。我有跟招委报告过了。有。我刚才讲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都先保留了，好不好？好，谢谢。好，然后我们第七条要复议。哎，第七条复议，这样好不好？哎，礼拜三一并处理。哎，常会啊，张教。你说我们那些议员怎么样？不是，我早上去。你们去跟哪一公司沟通那个十六条百分之十？他意思是说你们都，他你修正东西都没人找。对，你们去跟他沟通。其实你跟他沟通嘛，他其实他要求其实跟那差不多了。你说偏远地区，你把它纳进去排除掉。那比例会更高哎，那我们他说特一的话纳进去，你跟你现在不纳进去开保增加百分之五，对对，特定县市其实差不多的，他应该就是。我还可能是一样的，你搞完了。好，那下我们下午再讨论。对，这个前提是那群要都离开我的学校。迎接你们在那里，那来公司下午就来。我谢谢。你快点，后来啊，我们先谢谢。